喂喂喂，好好。泡芙摕来吃，摕来烫吃，还有什么泡芙？还有那些什么欧米亚给？我刚没带在那里。袋子，剩一个啊。要不要把我那袋拿来？购机优惠难拿，价格还一直涨，扛不住啊 ！Open Passport 省卡定扛，年票购机免排队，买凤通路3%回馈，再拿5.5%电信优惠，能手不能？台湾大哥大 ，Open Passport 联名卡，买凤通路3%回馈，再拿5.5%电信优惠，能手不能？台湾大哥大 ，Open Passport 联名卡，买凤通路3%回馈，再拿5.5%电信优惠，能手不能？台湾大哥大 ，Open Passport 联名卡。买凤通路3%回馈，再拿5.5%电信优惠，能手不能？台湾大哥大 ，Open Passport 联名卡。买凤通路3%回馈，再拿5.5%电信优惠，能手不能？台湾大哥大 ，Open Passport 联名卡。买凤通路3%回馈，再拿5.5%电信优惠，能手不能？台湾大哥大 ，Open Passport 联名卡。买凤通路3%回馈，再拿5.5%电信优惠，能手不能？台湾。有没有提一些松子？画面出去啊！画面出去了呢。嗨！蔡哥在线上啊。他等你耶，我就说他今天在家等你。蔡哥从他小啦，他只是在看金钟奖而已吧。金钟奖不问那代志，我声音出去了没？我出去了，靠背啊，音乐小声一点啊。什么啦？很乱，你不会自己处理啊、喔？很咪小啦。哦，声音啦。怎么啊？怎么关掉啊？我想 iPad 啊。小声，小声，最小声。我回应你呢。有了。嘉哥发一个限动啊！好。啊，今日啥 YouTube 阁无通知？对啊，奈无。你敢有通知？我无。你敢有订阅？我有订阅啦。敢我看。靠背啊！有诶，有小铃铛。你敢有订阅？有啦，我怎么可能没订阅、啊？你有收到通知？你有收到通知无？周华华说：“好啦，声音画面声音正常。”正常。有人说李北今天换杯子了、喔、哦，对，先播个音乐啦，怎么急啦 ？Laura 刚离开哈、喔，刚刚我们在开箱 Laura 的伴手礼，先等一下，等了。欧米亚给，你请问瓜吉直播也是会先播个音乐啊？他们的观众也不会像你们那么吹，就吹啊小啊。那有人说什么吃客魔吗？麦靠北啦，大家都在呛你，呛你呛呛必呛。我今天准时啦，8:02而已，不要吵啦。花甲限动欸，要等抖内翻倍再来。今天要抖内翻倍吗？我们今天日币计算啦，我们今天都日币计算啦、啊、今天日币计算是不是？你抖内台币回你日币这样、欸、你抖内1000台币我回你1000日币哈。哎呦，那这样子我们就赚喔。比如说没打高端没有通知没发个限动不要吵啦、啊、你先开杠啦、嗯、要聊什么我先热身热身有你有通知啊、喔？你有通知啊、喔？奇怪，我哪不想知道罗拉在日本有买到爱马仕吗？当然有，你那公布，他不是在台湾买而已。好，等一下再聊，等一下聊啦，蛋美啦。所以，我们今天是聊日本的入关还是
刷屏的全聊全聊啦，跟日本有关都聊。嗯嗯，请问今天位置有改变吗？有改变，不重要啦。嘎哥在哪里？哪里就是 C 位啦。好，二啊，差不多啊，差不多啊，限动发出去啊。想知道李北400万花了吗？花了啊，当然花了。来。哎、欸，欢迎收听今天的造谣大会，嗨，有口手有口手，造谣大会就是呢，来掌声鼓励一下，掌声鼓励一下，掌声鼓励。嘿，是啦，啊、哦，哎、欸，有一个人在呛我的音乐哦，探探来称称，探探公人家的音乐比较有质感，你讲那个瓜子的音乐比较有质感嘛、啊？哦，那你可能年纪到了。没有说谁啦，他只有说人家。人家没有，我刚刚就说，哎、欸，我呱吉直播前也是会先播音乐啊。哦，他、啊、就呛我说人家音乐比较质感啊，我只能说是你年纪到了。嗯，哦，还老人的天爱，哦，你上个天爱啊，呱吉被狗找回来呢。哎、欸，对，给我们家下面两天是无讲了。你是得被四十回笑嘞。啊，麦靠背啊，啊，你们是被四十回啊。四十回了，我们丢。王永清问今天会 call in 吗？没有问题，今天会 call in 哦。你确定？会啦，我们今天一样哈，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直播8点到9点。嗯，然后9点开始接半小时的 call in。好、啊，目标是不是？目标啦，目标啦，目标啦。今天你看完问就要 Laura 等来你啊、哦，我们是提早回来，啊 Laura 多待了两天，你要看完战利品马上就回来了。半手礼丢，他刚刚到。哦，来啦，来啦！我明明就没去，好像我去了一样。这东西被好龅牙币欧米亚给啦。哦，因为龅牙币喜欢小叮当。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龅牙币外表哈。虽然很 man 啊，男子汉一个，以他童心未泯，他最喜欢是哆啦 A 梦。哆啦 A 梦，他内裤都穿，对，他穿哆啦 A 梦的内裤。他内裤是一种满版的哆啦 A 梦、啊，有，不是素的，然后可能一个小刺绣，没有，没有哦，嘿，他是一种那个光光地区被卖，然后满版，还是一种那个唐吉诃德那边那种哎，满版的，对哦，啊，鬼也弄哆啦 A 梦，而且他只要看到必买。必买哦！你说内裤的部分吗？对，必买哦。嗯，没错，必买哦。哦，东京 banana， 然后那个看哦，联名呢？那个看哦。哎、欸，不管去了几次东京，还是会买东京 banana。我这几问大概前几次去会买，那后来两三年前，后来去根本不会想买这个什么 banana。看你这次也是买了。你这太久没去了、啊，你这次买了皮卡丘的 banana，、啊、东京 banana、欸。他很过分呢、欸，又哆啦 A 梦又皮卡丘，很骗钱、啊。对啊，对啊。哎、欸、哎、欸，蔡哥，蔡哥来啊！蔡哥 C 位，蔡哥谁在攻他小？不要留一些没梗了啊！我没有在看蔡哥在讲。来了，这俩最后一个给我吃掉了，好不好？啊，好好哦。如果去日本，应该很怀念日本便利商店泡芙，全家，我刚才全家想喝讲。全家哎、欸，我觉得全家的比较好吃。日本便利商店有哪四大家啊？四大了吗？四大了啦！啊、我知道，全家嘛，全家嘛 ，Seven 一定有嘛，哎 ，Lawson， 啊，够几斤是啥 ？New Days 啊，哦，绿色 New Days， 哦、啊， New Days 我觉得它关系比较少啦，它比 Seven 还多了，真的、啊，日本的 Seven 是最难逛啊，日本 Seven 很少，哦，哦，这真的好好吃哦，你介绍一下你现在在吃什么？哦，双层 cream， 双层的 cream， 它里面包奶油。还有包这个卡士达酱，对，日本北海道现挤现做现调的奶油，你怎么知道是现挤现做？为什么他们可以那么好吃、啊？对啊，它的奶油吃起来都不腻哈、哦，而且它的泡芙是软软的，可是软还是很好吃呢。不是我们那种是很脆割肉，但是它的软也好好吃，好很好吃呢，很好吃呢。我们大家猜猜看这一盒多少钱哦？总共有台币吗？总共有14颗泡芙，小泡芙。多少钱？大家估价一下。如果你猜到，我现在马上寄过去给你。空运吗？你是说寄这个垃圾的部分？我下次回来会带一盒给你。哎、欸，这真的是早上空运来的、欸。对啊，对啊。Laura 不能久放嘛。对 ，Laura 今天是2点的飞机吧？然后就在出发前买了这个，然后一回来刚才就跟我们分享。对哦。他为什么买？不是因为你们的遗憾吗？大家在那边猜150，没那么贵、欸。你供台币吗？台币。台币你有150啊？有人猜500日币，五百日币。现在我跟你讲，现在日币今天会差多少？0.21多啊！哇哦，等于是你可以直接除以5，你可以直接除以5啊，就是除以5再过一点点这样，比较好算。哦，有人问啊，2650、350、600日币，2000太贵了吧？我这边直接跟你大家报告啊，
267日币。哈？来来，你给我瞧，哎、喔欸，你给我你给我进镜头看一下。哇，267日币哦、喔，五好难不？啊、乘以五哎、欸，这个真的很好吃又划算哎、欸，十几颗。你看我的对焦吗？267日币哦、喔，哇、哦，你除以五是多少？50块呢、喔？50块，那叫小。50块，14粒泡芙，你看有俗无啦？来自北海道的库利姆，够好食的啦！哦、你即马台湾的全家卖一条拢30-40块啊？对、嗯、哦。嗯，有俗无？有俗啦！现在日币正划算呐、啊，赶快去是不是？早去早享受 啊！我们应该现在要好好来聊一聊啦。哎、欸，我们今天主要是在聊，因为嘎哥，哎、欸，哦，给他这些嘎啥礼贝，才刚他妈的从日本回来的啦，早生了。欸哦，小张、哦，我真的是要问一下，你们这两个高端仔为什么可以去？啊，我厨子的高端价值，为什么？台湾价值，为什么？我们不是打高端都还没去，你就可以去？虽然这个高端哦被 EUA 可能会被退回，说他们还是去了，怎么样？为什么这么不公平？你们给我呛屁呛啊！嗯，啊，你要呛屁呛啊！高端战士怎样？高端就比较高端是不哈？恁遐恁家无住高端的啦，你嘛是去不了啦。对啊，为什么？所以不是打高端的问题，是你有没有价的问题。不是啦，是没钱的问题啦。啊、是有没有钱的问题。PC 哈这几的这者的好啊嘛，PC 哈这者的好啊，对不？你们本来就有打算要去吗？哎、欸，全部人都在呛我40万日币的事。先讲啦，先讲40万日币、啊。哎、欸，您真正让我听 podcast 呢？对啊，先讲40万日币安怎？礼拜礼拜迄时阵，离迄个0.26时阵哦，40万的日币是40万的台币换成日币哦。对，所以大概换了哇，100多万。哇哦哇哦，很多人在问啊，礼、哦、拜到底花了没？我跟你讲，没什么花的。真的没花到、啊、为什么？因为我去把它领出来带了现金去，结果发现现在他们就是电子支付非常的方便吗？方便啊，所以根本就没有在花现金，没有在花现金啊啊！而且重点是什么、啊、刷卡是刷当天的汇率，对，我们那时候去是0.21哦，可是他换了日币0.26，虽然那一天也是0.21，但你会觉得好像是在花0.26啊，对耶，有没有有没有那种感觉？对哦，对耶，啊、嗯、对，所以去我们几乎是刷卡啊。我们只带了20万台币，嗯，不是啦，20万啊，这只20万，哦，这才变多，我被警察查了，我们带了20万日币的，20万日币，还、嗯、花不到，我、哦、们花没几万块啊，没有哎、欸，真的没什么用到，就是吃东西会花到，就是那种不能刷卡的地方。对，那我一开始坐计程车也有花，但后来发现计程车也可以用 Suica 卡，所以什么东西 Suica 卡就好了，对啊，都用 Suica 卡处理掉就好了。哦、那储值 Suica 卡呢？用手机直接储值刷卡，哇、所以你根本用不到钱，也用 很少用到嘞、欸，去就刷，而且刷卡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之后要去的哈、嗯，刷卡现在还有用，如果用 JBC 对不对 ？JCB 啊 ，JCB 是什么？我跟你讲，干今天不是在业配长好像在业配，我今天没这一集没有业配啊、喔，纯粹分享 JCB 的是日本的几家合作的信用卡嘛，嗯、比如像 Visa 啊、Monster 啊，还有一款还有 JBC 哦，还会在9.5折。有一些店，有些店要在9.5折，我刷1000，它就变成950块。对，所以你换算汇率起来，那天中韩算的是0.19，零点一九，零点一九，这完全是除以5点多嘞。对呀、啊，我在 Revo 刷零点一。哦，蔡哥买 Revo 啊。哇哦，吕布啊啦，你个看，哎呀，Lola有拉吕布啊了嘛，你个看下。来，我们先讲一下什么吕布啊，吕布啊之乱呐。那我啊，那我直接乱了哈，怎么那么乱？他在那边。蔡哥有来是不是？有吗？蔡哥什么时候要去日本？蔡哥有去过日本吗？有一个人说他也换了100万日币，成本0.25，先放着。对、啊，先放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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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涨回来。哦，他落来吕布还能坑你家那个哇，这要怎么推进来啊？你也走秀几百就好了。哦，来个一卡吕布啊，偌济你看。哇，你又看吗？又看吗？待完，而且那边都是装满回来、啊。哦，满的满的。这卡是30几寸的哦，方形的。嘿，吕布啊，这卡你个看。哦、而且是很漂亮的粉红色哦。嘿，这卡这卡，你那那看无？你得塞卡头前，塞卡头前啊，看有。这里。有啊。哦，就好看的呢。这卡台湾偌济？你啊看。台湾茶是3万，就比它21寸，就这么大。台湾这么大就要卖32000多。嘿。
这个。啊、那一个应该是要快，应该四万块，差不多四五万块。台湾我找不到这个尺寸的。什么东西？起码对对，还没完是不是？好了，直接起标啦，来啦，起标啦，我起标啦。人家 Laura 不容易辛辛苦苦搬回来的。Laura 带了跟他朋友带了两个行李箱去，然后回来变五个行李箱。好夸张、啊，太便宜了啦！对，好夸张哦。所以有没有半价？我觉得有，因为像我不知道，我查这个就是这个这么小的就要三万多，所以这个起码四万吧，快四万吧，啊、要吧，要四万吧。然后他那边买两万，哇、wow, ，所以至少半价、啊，半价，对、啊，至少半价，两万台币啦。三四万的东西变两万块啊！嗯，这机票不是回来了吗？回来了，所以他就买了三个啊。对，他买后面三次，他买这个更夸张。他这个他台湾茶是三万多，然后他买一万五还一万六。哇，半价，半价。这一个哎、欸，这四货看知道，这一个是跟好像长隆联名的哦，对，长隆联名款的、嗯，现在很难找到了、哦。很美哎、欸，它这个是皮的，它的手把都是皮的，哦、对然后它的脚都是皮的。哇哦！有人说你声音比较小声，你对准哦。哦，好，对不起。哇哦，哇哦。哦，有吧？有影吧？有笑吧啦？有没有真正够笑的？李诺瓦以前都是高不可攀呢、欸。对。现在一般的行李箱也都一万多块要吧？要一万多块要。但你在日本买李诺瓦直接一万多。那为什么一定要买李诺瓦？依照你们常常出国的经验，我看现在在业配是吗？没有，不是干的不业配。李诺瓦也不需要业配啊。李诺瓦他不给业配的。啊、哦，伊不是业配啦。你们去看 Rivova 的广告，他完全没有代言人這件事情，不需要啊、哦。对对，为什么？他们公司说我们不要代言人，不需要，他们不要，哦、不需要。而且他是德国的嘛，是德国的，德国的，所以很嚣张啊。真的好推，他几个款式很轻啊，嗯，又好推。他最经典的就是那个铝框的嘛，对，铝的那个比较重一点、哦、啊。那个我们出国都 shopping 在用的，嗯，所以就是这种轻的越轻越好、哦，很好用啊。铝框是耐摔啦，是不是？耐摔啦，好啦，抽奖啦，抽奖了啦，好不好？抽别人，抽别人的行李箱，特别搬回来里面抽奖。这个是有人说这个半价就舍得用了啊、喔，对，是不是？没错，真的差很多，而且被摔来摔去都不会心痛、啊。摔啦摔啦摔，他妈的，高高再买一个啦。但我们知道，后来知道了为什么 Rimowa 现在那么便宜，是在唐吉诃德啊、喔。对，不要再纠正我唐吉诃德，唐吉诃德，你别讲唐吉诃德啦，啊，两条最奇怪啦。唐吉诃德，我就是要讲唐吉诃德啦，唐吉诃德啦。嗯，等一下，在这么无聊的唐吉诃德吗？咚咚咚，就是到处都有唐吉诃德。唐吉诃德，连主题曲都会唱。你知道我们还没去日本前，我们两个就跑去台湾的那个唐吉诃德，对，然后一进去就听到那个音乐，就哇，好怀念哦。啊、然后 Don Quixote 呢 Don Quixote 他为什么会那么便宜，他最近因为万圣节跟 Rivova 有联名活动，好好哦，嗯，所以我记得我们那几天那个 po 文一 po 了之后啊、嗯、Laura 接下来去店员就跟他说，还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这几天很多台湾人都跑来买，然后一次都买好多个。等一下，那些台湾人到底怎么回事？有缺多缺行李箱？就可能是在地在上班，或者是刚好去旅行，或者是游学的、嗯、台湾人，然后就买了啊，顺便换一个啦。大家可以去看我那个 FB po 文，下面好多人分享，哎、欸，我去买哪个？哎、欸，我去买哪个？而且那个什么，我请人家帮我买，买不到。啊、请 Laura， 请 Laura 回去再帮我买一个啊，没有了，就没有了。所以你要在当下看到喜欢的就立刻就买了，就下手了啦。然后有人私讯问我说：“哎、欸，你是在哪里买的？我爸爸现在刚好去日本玩，我要请他帮我买。”那个大概 bug 唐吉诃德金马龙那边，日本唐吉诃德，所以我只要随便飞一个日本唐吉诃德都有在卖，有都有。刚刚我朋友在大阪的唐吉诃德帮我买到了，现在赶快私讯你在日本的朋友，因为我们就不好意思叫 Laura 再买了，对，因为他已经。太多了，他扛不回来了。对，哎、欸，我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其实那个行李携带行李的这个规定好像有变，对不对？有。以前我们好像是不限件数，哎，然后限公斤数。但可能看不同航空公司，因为我以前我们都是做联航、嗯，所以他就是用公斤数算。对，然后我们这次做华航。然后它是用件数算，所以你最多只能几件，两件，两件哦、啊。那你都二十几公斤，二十五公斤哦，二十几公斤。但是不能多买几个行李箱，不行。一个人两个，所以两个人可以带四个。对，哎，啊，我跟蔡宗汉把小朋友带过去的话，没有跟蔡宗汉，有人刚好发文什么六个行李箱，干他蔡宗汉，你不要忘记。对哈、啊，所以一个人两个嘛，一个人两个了。我教大家，如果要 shopping 要怎么样？是，要解压缩啊。
我们那个大的那行李箱是三十的嘛，嗯，而且里面可以再装一个二十的，对，然后再装一个，如果你还家里还有的，再装一个，就是带手上的那种，对啦，哦，对啊，解压缩啊，然后把它全部咔咔咔咔咔咔，二十四娃娃咔咔，然后去那边解压缩，咔咔咔咔咔就跑出来了，就骗那么多回来，对啊，像我们去一次带四个，嗯，但我们两个会放在一起，啊，两个放一起。所以我们去的时候，你看到我们是拿两个，但回来蹦会变四个。哇，就是啪啪这样。对，那两啊四个都是满的啊。对。那可是你们这次又买了新的行李箱，那旧的呢？也带回来了。啊，也带回来，就结就放在一起啊。哦，就是塞在里面就对了。哎呀，塞在一起啊，好厉害哦！如果你还要再塞一个那个机上行李箱的话，就可以带三个。你一个行李箱装一个中的，再装一个小的。这时候学会收纳真的很重要，欸，收纳大师啊，对啊，去日本真的很需要，欸，真的是有人说行李箱富翁要开行李箱店。我跟你讲，有一个人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欸，你们打高端出去真的有 PCR 吗？CPR PCR 有啊， PCR 有，要我们前一天就去 PCR 了，前一天就可以了，前一天好像其实你前两天去也可以，只是我们就拖啊，没有，我们拖到前两天要去的时候早上之后，欸，我们等一下去 PCR， 结果发现啊不行，都要预约，大家记得哦，不是说我去做就有，都要先预约，要有位置才行，对，就是先预约好才能去，所以我们那一天预约只能预约隔天。我们是礼拜二出发嘛，嗯，然后我们想说我们礼拜天去先 P 一下好了，对，欸，结果礼拜天很多医院都休息，对，啊，当天也不给预约，你只能预约明天的，所以我们就是礼拜一去，那也还好，有预约到，对对对，但其实如果我们礼拜天有预约的话就可以更省钱，因为像那个急件的话是我们那一间是急件的话是3500，欸，那还好，我以为要4000-5000块，还好，大医院都是4500，然后我们去的那种检验所，它只要3500，但它的一般件只要1500，欸，哦，那其实好像也还好，欸，对，所以如果我们礼拜天有去预约到的话，我们两个人其实只要花3000，千五呢？对啊，我在高端甚至欢迎一直飞呢。啊，我住高端啊，不不副作用，我已经飞千五开开。我觉得你的嘴脸太讨人厌，而且我们现在最多可以打到6G，你们可以吗？只要那是滞销，是不 是，我就问你们这些没有打高端的，你们可以打补到第6季吗？是不是，我他妈我们可以啦，掌声啊。等一下，我听说什么，你们打高端的进去什么，现在不是有 APP 吗？你们的颜色会不一样，是不是？一样啦，都一样哦。赶快，那个 PCR 谁检查 ？PCR 电脑检查啦。对，阿姐有来哦，喔，阿姐留什么？她说走在路上有被拉客吗？哦，我们没去那个习俗，我们没去啦。他们这是去比较健康的地方啦。拉什么客？因为时间其实有点短，对不对？很短，然后48小时啊，那有赢？没时间，我刚困，没时间困啊。然后讲我们不要困着，都没时间啊，搁里啊拉客。哎，有一些网友说什么要带一个小朋友回来了？哎，是不会啦，不用担心。先不要，我们已经冰三个。我们冰三个在冰箱里，大家不要忘记了，哦，三个。你先把那三个库存消。我们现在万一不小心中啊，那干什么？北料缸哦。对啊。我在那边打排卵针，然后做那个人工受孕，忙什么忙？啊，不过我们蔡宗汉看我暗时有偷走一台无啦？哦，可蔡宗汉日文比较不好。公英译啊。怕会不会他们现在很难讲英语沟通？欸，跟他报告一下，这个现在如果去日本了，他们现在英文比较难沟通，更难沟通。哦，真的啊，原本就很难沟通，现在更难。他们英文的程度退化好多哦，退化很多。中文本来就还好啊，因为原本我们去大概是每一家店几乎都会有日本的店，哎，中国的店员，对，中国，中国应该是说你去药妆店那种就是中国人多的，会很多人去买的，对对对，就会有，但现在没有，现在少也还是有，但比较少。嗯，为什么那些中国人可以去日本？他们可能在那边留学了，打工了，根本就在那里商务啊。我心想说，中国不是不出国吗？对啊，担心念书什么那些应该是可以的，可是他们都没回去。对啊，有道理，没错。哎，有人问日本现在中国人多吗？哇，怎样？舒服。来来说，你们这次去了哪些？去了哪些？黑粉啊，黑粉什么啊？天堂啊，黑粉天堂啊。我已经记不掉，黑粉。黑粉天堂，没有，黑粉谁的黑粉？对啊，我在想黑粉，黑粉啊，天堂啦。哦，对对对，你们这次是不是去了一些地方？天堂啦，我们这次去没什么，就东京嘛，然后就去上野啦、秋叶原啦。嗯啊，就那里，东京车站有去吗？没去。哎，去那个元素啦，表参道行行，买一下物件那俩。
安尼啊，差不多安尼。几只物件轻轻带过、哦。哎、欸，我跟他四十八点钟尔，不能去太多地方啊。啊，你们好像有去那个拍浅草吗？哎、欸，浅草啦，浅草那边都是中国人最多的地方。哎、欸，现在去哈，反正台湾人比中国人多。台湾人跟日本人、哦、就这两种。哇、哦，90%都是日本自己国内的游客。真的、啊？嗯，然后遇到很多台湾人。对，尤其在浅草那种比较流俗的景点、观光客的地方，地方就会有台湾人、嗯、中国人，哦吼，很少，很少哦，哇，欸、那时候蛮开心的、哦。我们坐电车的时候有遇到一个台湾人、嗯，然后他听到我们在讲话，他就说：“哇，好久没有听到台湾人讲中文，感动呢，感动呢。”讲话是日本人嘛，所以日本现在去，如果你们大家十一月去，还是很舒服。对，我觉得，因为耳根子很清净，哦，没有很多那种，哎、欸，没有这边拍照，那边拍照、啊，对对对，真的真的真的。去浅草的时候通常都会这样，对啊，大家如果去浅草那个雷门前面，对，一定很吵，我们去还是人很多，但一定会很吵、嗯、因为很多团客、啊、我拍照，帮我拍照，然后拍照嘛，来吧小兄弟，来来来，合个影，合个影啊，合个影，来来来，看这边啦啊，对，很吵、哎、但我们那天去人还是很多，但是很安静啊、嗯、而且大家拍照都很快就不会在那边站着，而且其实我们在那边没多久，好几个空档，就是你可以就是干干净净的拍，对，蛮不错，真的很难得。对，有人说没有中国大妈安静很多，对，没有中国大妈，没有团客嘛，嗯，因为现在中国现在还是清零的政策嘛，对，所以感谢他们还是清零，谢谢谢谢习大了，习大，你们继续清零啊，继续清零，继续清，清到底，绝对要清零啊，啊，这不清零不行的，不清零这恐怖啊，新冠病毒可怕呀，可怕，这要人命啊，这牛逼啊，这，好烦，啊，就这。要清零啊啊！坚持清零政策啊！我们入境绝对啊，绝对从严啊，入境从严，从严，14+14啊，绝对14+14的，要清零啊！不要出来，不要出来，14+14是什么？谢谢鸡蛋嘛！啊啊！有人说台湾人也很吵，但没有没有，比起来还是安静很多。我跟你讲，没有比较，没有伤害、啊。嗯，真的。哎、欸，然后那个浅草，大家知道外面有很多人力车，那个、哦對，我一直以为那是观光客坐的、欸，哎，结果没有啊、嗯，这次去超多日本人都在坐。对对对对，原来他们当地人也会坐那个。嗯，还不错、欸。因为之前都有些中国大妈在坐啊，他们没机会坐啊。我本来以为真的是中国大妈。对，我真的以为就是观光客才会坐，啊、就没有。有啊，你看日本那么大，他们还是很多那种乡下地方来的。嗯，应该是，因为他们真的太大，太大啦、啊，很多那种秋田来的。东京对他来说应该是非常一线的城市，没有，他们等于是出国的感觉。因为你看北海道，如果小樽高校要来，你看小樽应该还算热闹，会不会小樽要飞过来？信川哦，那很对，很远啊！你从九州来，熊本来，你看东京多远？对啊，好很远啊，对啊，所以他们我们还在看到很多那种高校生在那边，哎、哦，长短裙吗？有，高校生都是短裙，有、嗯、很多那种高校生户外教学的、嗯、然后都很安静很舒服啊，我看你的限动一直在那边给我拍日本妹，我没有一直拍日本妹，是扫到就是日本、啊、就是扫到就是啦，没有刻意拍啦，但去很爽，但有一个唯一不爽的，怎样，比如说非常不爽，走在路上会很不爽的，虽然现在也没中国人、啊、日本人很多很不爽的是什么，怎样，因为他们还是会戴口罩，干那些日本没有就看不清楚了，烦、哦、死了，有没有，对不对，蔡宗翰日本不爽、都很好看，干、哦、所以他们其实没有到完全不戴口罩，那今天几乎都戴，大家很好奇他们的口罩现在是怎么样，对啊、哦、有没有、这个、他们已经可以不用戴，你只要保持距离，比方说我们两个距离，他们是规定2公尺啦、嗯哦、还蛮远的、嗯、如果是空旷一点户外哦啊、大概如果隔2公尺你是可以不用戴，就不用戴口罩，但是如果你是在吃、那个坐电车啊什么的很近、哦、大家还是会戴着，人多的地方还是戴着，还是要戴着、嗯、但你看路上大概有90%都还是戴着口罩、嗯、哦，那蛮多的耶、欸、啊谁不戴，妹子、欸、妹子会不戴，为什么，装会花，装会花啊，有理哦，大家有还有老人家，不对，大家以为是那种欧巴桑欧力桑不戴、嗯、要买就是那种欧力桑会不戴，好、哦，基本上比较自我了、嗯。合理啊，我们台湾的嘛是欧力上没在管，对哦，对吧？阿哥没啊，我们看最多没有戴的没啊，是在表参在看的。哦，为什么？因为很时尚，我不能戴口罩。啊哇，我打扮的漂漂亮亮的、嗯、啊，我怎么可以戴啊？不，哎、欸，日文啊，那我当然，我那漂漂亮的 ，kile kile 的，讲什么？哎 ，kile kile 的啊，对不对？嗯，哦，所以他们都怕妆花掉，然后不戴。还有外国游客。哦，外国好像蛮不戴的、啊。外国就是阿多啊，阿多啊，欧美，他们本来就很讨厌戴。我看好几个都戴在这，
啊，就是这个。我想说，其实你可以不用戴，你戴这样维持呼吸。对，日本人很多戴在这里啊。然后就想说，其实你戴这样可以不用戴。然后很多阿兜啊是几乎不戴了啊、哦嗯，最多不戴的是阿兜啊。阿兜啊，其实一开始好像就蛮不喜欢戴的。对、哦、对，是的。有的啊，那你们去有戴吗？我们还是戴啊。我没有戴，但我们拍片的时候会拔下来、啊。你们会很害怕，就是感染到吗？带伴手礼回来的。你说我怕感染到？怎样？你现在身处在一天四万例的国家，你说那个一天一两万的，你比较怕哪一边？不是因为很久没出国嘛，就会觉得不知道出国会不会交叉感染什么的。哦，怕别的病毒株这样。就还是所以人多还是比较靠近人家的时候，我们都还是都帶人多，我们还是会带啦。你没有特别带什么干洗手出去吗？消毒，他们到处都消毒啊。对啊，哦，所以跟我们一样，进去就先酒精、嗯、一样啊。我觉得跟在台湾差不多啦。哦，那还好、欸嗯。但是你、嗯、如果你不戴口罩在走在路上，大家不会侧目你。不会，不会。啊、台湾现在可能会被侧目。现在不戴口罩，赶快用跑的，假装我在运动。啊，你们有道理哦。我在逛。口罩丢掉，我就赶快用跑的。假装在运动，啊、不然就赶快假装在吃东西。所以你在人多了，比如说逛士林夜市，假装在那慢跑。对，你就假装一直运动。我在运动啊，我在运动啊，运动可不用带啊。因为现在在台湾嘛，嗯，对不对？因为在台湾，还是你在路上不带的话，还是会被侧目一下。对啊，但是日本不会啊、哦。也蛮习惯的，还是他们已经过了那个高峰，现在已经下来了。过了。对啊，他还怕我们传染给他了，好不好？那我想问，买东西呢？因为除了说慢慢来，慢慢聊，慢慢聊，你不要一直照 round down 来，你不用急嘛。没有赶时间，要赶在九点前，是八点半而已嘛。你今天一直在赶时间，赶什么啦？这个一个话题就要半小时。慢慢聊嘛，你今天很急耶、欸。那我们就先慢慢聊。那路出境有没有什么不一样？这边急什么啦？哎、欸，我们给你看，稍微看一下在留言好不好？你今天主持有点急躁哦、喔。太想知道了嘛。哎、欸，阿姐说什么？说看不到就假日而已。看不到就假日而已。啊？看不什么意思？你说我为什么要浪费时间看他这个微博要 打什么东西？阿杰说看不到就假日而已，看到台语看不到就假日而已。哦，看不到就假日而已啦，靠北，看真的很哭耶、欸、看不到就假日而已。他的意思是，日本没戴口罩，啦嗯、看不到的而已啊。阿姐，这拐弯抹角，这个水瓶座就是这样，活在自己的世界，都不直接，也不管人家看不看得懂。你们看得懂阿姐的留言吗？看不懂，看不到就假日而已。他看不到的咖喱娘啦，超无聊哎、欸。哎、欸，今天有抖内哦。有抖啊，谢谢啊，谢谢抖内啦，能念一下啦。俊台恋粉丝俱乐部，哎、欸，上次有抖内哦。嗯、他说：“蔡哥说冲大阪要去找泱泱，但是苦于没机票啊。对他们去大阪，然后木要去大阪，对不对？哦、请问嘎哥啊，觉得蔡哥是不是说说而已？毕、嗯、竟蔡哥已经心没在泱泱上而已。对，绝对是啊。蔡哥，你不要蹭泱泱了啦，对，好不好？那这个要退他钱吗？啊、我退他抖那七十块台币，我们退他七十块日币啊、哦。现在去日本，让你去日本玩，好不好？退你七十块，除以五，直接除以五啊。哦，直接除以五。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第一天哦，那个在我们有在要飞之前，有在机场打卡，嗯，对不对？然后我要飞日本，嗯、我马上收到蔡哥 LINE 的私讯，好，私讯你，对，他就私讯我，他说什么？他直接传了一个新闻给我，因为他也是三高战士，大家知道啊？哦，我不知道欸、蔡哥跟我一样也是三高战士，操死啦，操死啦，操死啦，操他屁啊，操死啦！你是怕副作用吗？啊，你撤役了，你塔利班哦，你扶植台湾价值哦，然后都供你瓜吉塔利班撤役还不承认哦，假装力啦，啊，瓜吉的无党籍，你假装力啦，假装力啦，好烦哦、喔。他就私讯你，他 LINE 给我，他说：“哎、欸，嘎哥。”我不新闻不是说那个打不用去要去那个日本，你就算打高端是三高也不用去 PCR 吗？这什么假新闻？那上次你不是前一次你要出去的时候你就讲了吗？然后他就传了一个新闻，新闻有这样讲，他新闻真的写哦、嗯，就是如果打高端的话你是不用 PCR， 因为他们已经放宽入境了，所以你可以进去。好，我就看不对啊，明明就要、啊，然后我就看是哪一篇哪一家新闻台的心头壳。心头壳是什么？心头壳就绿的啊，哦，心头壳就台湾智库就自己他们民进党智库的新闻频道啊，他为什么要这样害呢、嗯？对啊，可以乱讲话，等一下人家进不去。没有害啊，他在支持高端，你听不懂？
你打高端没有问题，不用去 BC 了，可以进去了，不用怕了。啊、不行啊，支持高端啊，知道这还是不行啊。那我相信的话，我去被原之遣返。对啊，我相信的话，我去，我进不去不就糗了？所以还是要哦。所以后来没有，还是要哦。你亲身经历就是要了、哦，就是要，就是要，因为他现在是那个买 SOS 那个 app 嘛，你如果什么都没有证明，你是红色，然后你要一个一个证明，你要上传哦，你有没有打疫苗？嗯、像蔡宗翰是有打疫苗嘛，他就上传就变蓝色。哦、所以他就不用再去做 PCR， 不用啊，也不是测试啊。哦，他就很摇摆的走进去了，对。嗯，要怎样呢？啊，群众军没有那个疫苗证明嘛，所以我们那一个是跳过，我们是直接勾我们没有打疫苗。就你打了三高疫苗，啊、你等于是没有打。你在国际上是没有打疫苗、啊。什么？欸、是日本哦，不要，我们有十几国有承认哦。你这个话出去，塔利班生气哦。你在日本是没有打疫苗，你只能勾没有打疫苗。对对对对对对对。欸老温，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对，所以等一下，你只要上传说，哎、欸，我、像我们那个高端呐、我们这一关的疫苗是等级，最后一关就要上传说，哎、欸，你有去 PCR 的证明的那个报告、啊，像我们去做 PCR 嘛，他就会给我们个这个证明，他问你说要去哪一国，然后他给我们，我说我们去日本，他就给我们日文的厚生劳动省什么的那种，哎、欸，日文的证明，然后就上传那一个档案上去到 App， 叮就变成蓝色了，就可以进去。很快啊，这样日本海关会不会觉得台湾人怎么这么多人不打疫苗？没有，因为他们看不到。其实他们检查真的只检查你的那个买 SOS 卡，有人说卡的是不是？可能要等一下、卡卡的吗？网军攻击啊！我怎么刚刚讲心头壳就被攻击了？我直接水军来哦！对，我也是三高战士啊！心头壳，你不要这样啊！刚刚有人说心头壳派去啊！你心头壳派啊？啊，怎么会这样？我三高战士呢？我在网络上是疯传，怎么样？我是侧翼耶，我是塔绿班班长啊，塔绿班班长，塔绿班班长，靠北下心头壳，拎得来水。好了没？好了没？是被查水表了，是被攻击了，是不是？要讲实话，是不是？那网军来了，卡哈，声音是正常的吗？卡卡卡，声音是正常吗？啊，攻击我的网络，断你网络，最生气是他口哎。怎很难剪呢、啊？哦，因为太卡了。对，它太卡了。又卡有宕机吗？讲错话了啦！啊、大家都说讲错话了。又卡哪里卡？怎么办？人给我跳掉！刚四千多人，现在就掉到我直接砍半，少了一千人，怎么样？卡卡卡卡！怎么？蔡宗翰你又来了是不是？蔡宗翰，你们手机都你们回到三千多了，我现在看有三千多。刚才是四千五有刚四千五，四千五现在直接掉，你知道网军啊？柯文哲派你来的，卡爆了，卡爆了！我就说高虹安选不上，你看有没有？哇塞！反正现在卡嘛，现在卡嘛。姚声音正常了。现在的卡一直是整排刷起来，声音也卡，两千呐！对呀、从刚刚四五多咯。冲他小，不能批评是不是？啊，现在卡我就乱讲话了。你一问到柯文哲来，我跟你讲啊，我都讲高虹安酸没掉有无？那种议题能够再炒两个月吗？炒不了嘛。高虹安有没有掉？掉了嘛？掉了，有没有掉？掉了嘛？可以了啦，正常了啦，正常了，正常了吗？正常了，正常。没关系，不管，我再继续讲啊。这个嘛，这根本就是那个中介法。对啊，搞什么东西？这根本就柯文哲在闹的嘛。我就说你选不上嘛。水军洗人数。你就那时候，议题，民进党故意把你打起来，就是要什么？要孤立林根人嘛。孤立林根人嘛，现在话题过去了，高虹安还有话题吗？他没有话题嘛。我打完空战，我们这个沈慧虹跟这个高虹安在空战的声量起来，我们要改打陆战了嘛。我跟你说，柯建铭是不是下去了？现在来的人也很奇怪，要讲日本，是讲日本吗？对啊，要不要再讲选举？卡了是不是？还在卡吗？没有卡了啦，没卡了，顺了是不是？顺，那我不讲政治啊，可以讲卡绿班班长变绿卡。哦，刚刚一卡的这一整段哈，麻烦 Taco 帮我们剪掉，不用上到 Podcast， 因为讲到政治了。对，大家讲日本，不要讲政治。哎呀，完蛋了，人数剩不到三千人啦！啊，等一下就回来了，不要吵了。对啊，阿嘎赶快回来日本，不要政治了啦。人数不到三千人，还是比蔡哥多了。好啦，说好的日本旅游呢？好啦哦，顺了是不是？对啦，我就说你们 WiFi 关掉不就顺了吗？才不是一定是刚我跟你讲。刚刚那几个什么新叉叉就别再提了。对，来啦，来继续的，讲到哪里了？刚刚讲什么？拿这个进去 BB 变颜色是不是？讲到说，对，我们只要这个上传完，然后那个 App 的画面买 SOS 这个画面变成蓝色之后，
它有蓝色或者是绿色就都可以进去了。哦，只要蓝色绿色都可以进去。但后在11月中之后好像他们政策会再改啊。11月14号以后要常常，我们要常常关心。 对， 對， 對， 對，如果11月中下旬要去的话，欸，那就可以。他有另外一个新的 APP 要去下载，他就把他那个入境，我们每次入境不是要填那个卡吗？那个表。对 对， 對，在飞机上那空姐就会给你，哎，欸，要填一下啊，然后我们叫互抄，哎，欸，你写什么。对，现在不用，他也是把它用成线上的 APP， 然后他会把它跟 MySOS 结合在一起。是，对，所以你只要那个登录完，你连那个表都不用写。哇，好方便哦，喔，早应该这么做。以前到底干什么？ 对， 對嘛，对啊，以前外面写的写到爆，而且还用立可白，有没有涂的乱七八糟，烦死。反正也现在免签了嘛，我现在去整个数位化整个提升，欸，对，我最有感的是什么，哦，大家如果去日本买东西是不是退税？ 嗯， 嗯，对，以前退税怎么退，要手写啊，對，有沒有，对，是不是要等很久，哦，退税他要扫描你的护照，嗯，然后写那个单子，嗯，然后把那个退税单钉在你的护照上，对，然后你的护照上一页一页就有很多订书针，很挤。然后你要出关，有没有？要出境了之后，对，它会有一个海关，有个盒子，你就要一张一张把那个免税单撕下来，然后放到一个盒子里面，对，你就自己放，然后不知道在冲他小，啊，你有放没放，他也不知道。没错，我有时候常，哎，欸，看你怎么有一张没放，会怎样吗？也不会怎么样，是不是乱，嗯，不知道在冲他小？对，那现在不用了。真的不用了，啊，现在不用了。那要怎么处理呢？现在进去日本再买免税，要直接护照扫描，哔哔，嗯，然后免税，哔哔，就这样就好了，结束了。啊，快很多，他完全数位化了，不行，然后就直接退钱给你了，嗯，不退现金啊，就直接退现金给你了。哇，好棒哦，不用那边盯了饱半天了。对，嗯，现在免税结单结账快很多，嗯，超快。哎，欸，还有一个很有感的是，我们出境的时候，嗯，也不用过海关了，直接有点像台湾的那种快速通关一样，嗯，扫护照，然后扫脸就出去了。哇，好棒哦！对啊，我们那个台湾在要过那个快速通关的时候，是不是还要申请？对，大家第一次用的时候还要去那个身份证申请。哎，欸，我们不用日本出境，就是你要回来的时候，对，日本要出境。已经不，你不用申请，欸，我就不用申请了，你直接就是护照，然后哔哔，然后进去就一个扫脸，知道是我，因为你来的时候有扫啊，哦，入境的时候有扫，哦，有道理。你入境的时候，哎，嗯，欸，他会扫你，然后出境他直接就扫你就出去了。还是其实护照是假的，他是看你眼睛，看你的脸。不要啦，他要配对啦。对，你要先哔哔系统，你资料才会进去嘛，然后再扫你的脸，哔哔 OK 是这个人，而且是扫瞳孔嘛。嗯嗯，我还想说我那个护照那个两年前那么胖。对，他还问我说我要去换护照吗，我说不用吧，他认不出来了。对，然后就哔哔，欸，就出去了。对，好，有留言说日本国民，不是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日本国民是我啦，都可以啦，对不对，都可以，就所以我就不用特别早去机场咯。其实不知道，欸，但还是大家抓个跟以前一样的时间好了，差不多啊，就怕机场会塞嘛。嗯，现在去人还没那么多啦，嗯，班机也还没那么多，所以我们这次去的时候几乎是更快，比之前更快，哦，我们从下飞机到出境20分钟，太快了吧，超快，那怎么办，要那边瞎晃很久，欸，因为我们是松山飞羽田，嗯，羽田班机也本来就比较少，人就比较少，然后我们刚好一下飞机就是我们那一班而已，对，欸，所以也没有其他人，所以就很快啊，很快。然后入境的时候，因为我刚刚提到嘛，你那个 APP 已经蓝色了，对啊，你就会先过其中一关，你先逼那一个 APP 给他逼，然后说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那就让你走了。哦，他因为你已经有那个 APP， 他有 QR code， 他扫一下，他资料全部进去。他确定你有打疫苗，或者是你有打 PCR，嗯，啊，你就过了这一关的防疫关。哦，防疫关就过了。过了，啊，你就直接就继续走那个海关，啊，就是那边按手指这样。对，就一样了，嗯，按手指啊，然后看 monitor， 咔嚓拍照出去，嗯，领行李。哇哦，哇哦，20几分钟就出来了，超快，超快啊！超快，超快。那请问塔绿班班长有黄明证吗？公他小啊，他就塔绿班，怎么会有黄明证呢？哦，有人分享说韩国仁川机场疫情已经是自动出境了，哦，关我屁事呢，哦，哦，关我屁事呢，哦，关我屁事呢，哦，你也不会去，哦，我们 QR code 好，哦，你北12月可能要去了，哦，击败了，哦。哎，欸，今天兄弟要封，有人说封王是不是？今天兄弟没打，是乐天要打，乐天打嘛。乐天叔兄弟都疯狂嘛？哦，是这样。啊，对啊，所以对啊。哎，他说购物袋要用买的，是真来讲啊？对对对，这也是。哎，看靠北，我讲完，我影片都有拍呢，靠北。没关系，线上才3000人而已。对，以前是不是那个去买什么超市啊，是超商，没有问他，直接给你那购物袋嘛？啊，你跟他多要几个可以？有没有？就唐吉诃德，不是也可以跟他要？他就一直黄色的，很透明，那个一直给你，很薄的那种。现在全部都要买了。对啊，一个多少钱？
很便宜、啊，是不贵啦，五块十块日币这样，跟台湾身上五块十块，没有啊，就直接你买东西多少钱、啊、直接减，对啊，直接减，现在跟台湾一样了，就是购物你要另外买购物袋了，对 对, 對，购物袋要买，但是如果你是比较高级的店是纸袋的话，可能就不用，了解，对，也是看跟台湾一样吧，可能看店家、哦，反正如果是那种一般的便利商店啊、唐吉诃德啊，对对对，都要了，有人讲说简家宏讲说现在不要讲棒球，拜托，他怕会有变数。不用担心啦、啊、好不好，今天没有明天也还有一场最后一场啊，担心什么、嗯、啊，反正干你娘，我们还不是都要跟魏全打击败嘞。有人问当地网络的部分。网络什么网络一样啊，跟以前一样 啊, 啊没有没有，哎、欸、我这次用那个，我不知道，我是买那种卡片，就是、信卡那种，信卡那一种，然后他说他们现在政策有改，就是你当突然间大流量的话，砰，他会锁你的网络，我们三个都被锁了、哦、啊啊，真假的，怎么可以这样，对对对，你要再找你的发卡商帮你解开哦，对，我们、哦、我上网去看有两三家都是有讲这件事情啊，网路，嗯，对对，这让我有点疑惑啊，你们都付钱了，来网那网路啊，网路去日本网路大概有两种啦，嘿嘿，一种是买信卡嘛、嗯、就是你的卡换当地的信卡，嗯，好、哦、啊，第二种就是换买一个 WiFi， 租一个 WiFi 机，对，然后大家用 WiFi 连那一台，好、哦，但我们后来觉得比较方便比较稳的是换信卡。对、哦、因为你 WiFi 机可能我们一起用一台啊，我们分开了怎么办，对 WiFi 机是比较便宜啊，你可以两个人租一台、嗯、一起连，对，但有时候如果我们分散掉了就很麻烦，就没了、嗯、所以我们后来还是会用信卡、哦、大家都有网路，对，那现在是网路是如果瞬间流量太大的话，对，就会被锁起来，锁起来，那锁起来再打电话给，对，就发卡商，请他帮你解。所以我要知道发卡商，对，就可能找你买的那个人，就有点麻烦。我那边处理很久，所以大家记得了，像我们这种网络重度用者，用者，但啊，他说大流量是怎样？我不知道我是。有人说大流量是看影片吧？靠北啊 ，OK， 你不能回来看影片。各位影迷要看 A 片啊！啊，你是在看影片吧？你在直播？我在没有在直播的时候被锁，然后我还上传那个限动啊。限动都是往这个影片上传的、啊，嗯，哎、欸，他是看那 YouTube 影片，然后首播嘛，首播，还有首播，影片不行，他在看首播的时候被锁，瞬间流量太大就被锁起来，那时候是不是锁起来了？然后中好像是上传的时候被锁，锁一次就要解一次，他好像没有，只会被锁一次，只会被锁一次啊，了解。哦，留言有问说，哎、欸，语言又不通，没有啦，是打给台湾的发行商。对，台湾的发行商，所以大家要记得要把台湾的发行商电话记起来。但也不是电话，是用网络联络啦。对，我是赶快找个地方连 WiFi， 然后跟他联络。哦、欸，还是连一下你旁边还没被锁的、嗯，这很重要哎、欸。还是他们店家什么地方其实都有 WiFi 可以连。去星巴克啦，对，哎、欸，星巴克可以，星巴克有。然后去连一下，然后通知台湾的发行商，他就会帮你打开、解开。啊，就像是你那个。信用卡额度不够，然后赶快打电话、嗯啊、对对，大概这种请他帮你解开就好 了,、哦、了解、哦、还有的是用中华漫游，对啦，有的会买漫游，对，会有漫游，那种中华应该比较没有关系吧，因为它比较贵呢，它一天就要几百块、嗯、超贵，那真的是比较贵啊，对，那个比较贵，它应该保证我流量才对，但我们那时候 有时候在那个两，因为 一天来回啊、喔嗯、我们在疫情前的时候有都会拼那种一天来回的、嗯、就会用漫游、哎、就会用漫游比较方便、嗯、就买一买，比较方便，嘿，很方便，很方便啊，有人说那个现在日本有好买吗？哎呀，讲到购物 shopping 的部分 ，shopping 的部分 ，shopping 的部分，哎、欸，刚刚还有人 Jennifer 在问说，一天超过几枚就会被锁？不知道，不知道、欸，哎，不知道，反正看 YouTube 会锁，上传也会锁啦。对，但我 IG 什么正常用没有，没事。IG 上传影片应该还好啦。对对对，但我是看 YouTube 的时候被锁，是啊，我 YouTube 又是在看首播，所以那个留言量也是蛮大的。哦啊、因为蔡阿嘎的影片又非常好看，你知道吗？又不得不看、哎、瞬间好几千人在看 啊，我要回留言 啊，而且影片又比较长一点、是二十几分钟的影片，那一天刚好大家看二十几分钟，然后又、哎、网友又非常支持、啊、很好看、啊、一直在留言，都在看嘎哥啊，这样子 是所以就被锁了。哎呀，总而言之这件事情大家小心啦，对啊，小心啦。好，来接下来要不要聊一下物价的部分？对啊，人家说是不是很便宜、哦、很好买，嗯，有人说想知道物价然后是不是很好买，刚刚有提到这个、嗯、我们汇率现在是 0.21 嘛，几乎快除以5嘛，快除以5了，但是我们去之前也听说虽然这个我们汇率现在是比较便宜，但是日本物价其实也涨起来了，对，通膨，通膨，所以没有差，嗯，但是我们去亲身发现有差，有差了，没差了，我突然给吕布盖小咖，你有差？吕布有涨吗？没有涨啊，没有，对。然后吃东西有涨吗？那泡芙啦，这
200多块日币啊，加我涨过一块，又涨吗？还没涨起来啊。对啊，所以因为可能是日币跌太多了，然后他们物价虽然有涨，但你根本没感觉啊。哎，没有，我们有遇到一个在台湾生活的，在日本生活的台湾人，然后我们问他说，涨的话会有点像台湾的涨价一样，他是从民生物资开始涨，哦，就是比如对，比如水啊，水这个月涨啊，下个月牛奶啊、面粉啊那种。那要反映对，然后反映到商家的部分，我猜没那么快了。对，商家会觉得涨价，我再吸收一下，再吸收一下。还没有真的大家都涨起来。Jennifer 有留言说，现在物价，台日本物价好贵哦，哈，十月上涨，这可是在日本生活的台湾人吗？我也不知道，但我们对游客来讲很无感，很无感啊，因为可能是你在地生活啦，可能没有感受到那个价差，那可能超市的哦肉啊。青菜啊，对对对对对，还是那种泡面涨了，可能真的有涨，可能是原本哦400块台日币变成450，哇，涨那么多，当然干涨50块，但我们现在汇率过去除以5啊，所以等于是涨10块而已啊，还是很便宜啊，没什么差。3年前是除以3点多哦，对啊，对不对？而且重点是我们在台湾买唐吉诃德好贵啊，哦，对啊，都要2倍多3倍呢。你随便你拿那个红茶花钻，你拿红茶花钻来。蔡宗翰，你在发呆是不是啊？啊，他在背发呆啊！他刚在挖鼻屎。蔡宗翰，你认真点好不好？白色的那一袋，他在背人家啦。对了，有留言说赚日币的比较有感，因为你就是赚日币啊，然后在地日币啊，物价要涨嘛。红茶花钻啊，我那天去日本前才在台湾的唐吉诃德买了一罐，70几块，79。79块，对，你买这瓶多少？这瓶89日币。哇哦，好，它可能有涨，和可能原本日币，可能原本日币60块涨到80块。对对，但我在台湾买一罐是79台币，换算比台湾矿泉水还便宜。对啊，对啊。我那天是忍不住啊，好想去哦，然后就买了一罐。没有，其实我们很想知道物价涨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在之前我们就去台湾的唐吉诃德看一下台湾有卖什么，然后多少钱。嗯，是，对，嗯，结果还是没有，真的很便宜，没有被吓到这样。没有，没有，没有被吓到，因为汇率差实在差太多了。对，哦，对，那有人说可以去大阪看飞田新地有涨吗？你们知道飞田新地吗？不知道，我没去过，就是那种洗澡的，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没去过，我没去过，蔡东汉不知道。那我觉得才会知道，请蔡宗翰去看看。没有，我们一直本来之前几年那两三年就很想去洗澡。对，但蔡宗翰有做功课，对，他就说，哎，因为你就有做功课嘛。他做了什么功课？对啊，没有，这个也是合法的啊，我们在讲合法的事情，对不对？洗澡，洗洗泡泡浴啊。那你后续如果没干嘛，不是合法的吗？对啊，就身体有点脏。对啊，洗个澡啊，找个专业的人帮你洗澡。对啊。对啊，因为日本人很讲究服务内容嘛，那你外国客去，如果你日文不是那么好，他不知道怎么服务你啊，对，他不知道你的需求是什么。对啊，気持ちですか？你只能わかりません。ここ気持ち、気持ち、もっともっと、ここもっと，这样吗？多一点，多一点，他很难去服务你啊。嗯，所以这个日文程度应该到哪里，我们才可以去日本洗澡呢？嗯，这个不知道，不然我们请蔡东汉先去探探路哈。有人留言说要不要请蔡东汉探探路？我也觉得，难道都只能说日文？他没有一些 international 的吗？后来听说有很多中国的哦，听说中国就不对了吗？那你还跑去日本，然后找中国？你还被抽一种税金呢？最水小就是我进去了，结果他妈遇到中国人，干你！请问你还要洗哪里呢？他两体最扯，他妈他还要装日本人跟我讲日文，是不是更堵然？あのすみません、あのここはあの気持ちですか？耶耶！看你这中国人，给我讲日文哦。熊水小肚流这进去遇到中国人，还硬要啊哇哇！正好三长啊！奈奈奈啊啊！秋国库尼奈，我不是中国人，看你口音是中国人，还是给我装？那你听得出来吗？听得出来，那口音听得清出来。还是说看脸也可能会看得出来？我想看就看得出来，长相看得出来，精不精致啊？对，那个化妆遮不掉啦。哦，对，日本人就是变得白里透红啊。对啦，真的，哎，我觉得他们皮肤真的很好，因为他们冷啊。对，他们冷，冷又干，然后皮肤会比较好。那个化一化妆，哇，透起来，每个都跟佐佐木希一样，白里透红。少来，也有皮肤不好的日本人，也是有啦。不然他们卖什么保养品就不用卖了。不管了，日本就是香啊，日本就很香啊。好，有人问飞田新地可以推荐吗？谁知道？大家一直问。
你飞田心地啊，你就不是去大阪，你就是去东京啦。对啊，因为比起来我们会比较喜欢东京。应该问你歌舞伎町怎么样啦？没去，这次没去。没去，我们这次都没去新宿啊。以前都住新宿啊。我们后来不住新宿了。为什么？嗯，很久很久，我们应该几年，两三年以上，不是，应该三四五年以上没住新宿。没住新宿，一开始一定会住新宿。对，因为新宿晚上热闹。对，对不对？因为日本的店通常九点后就关了。对。但你晚上还这么热闹了，就是新宿。新宿。有点哦，士林夜市还有士林夜市可以逛这样。歌舞伎町还可以逛，还有你要吃吃拉面，然后逛这什么店都还有。还是你手腕高一点，还是牛郎店走走。对对对。还是酒店晃晃。而你不进去也没关系，去感受一下那个氛围。没错，因为晚上他们都会在外面晃。是不是还有吧？我昨天看 Laura 打卡去 gay 吧，很厉害耶、欸！哎、啊、，Laura 自己留下来，去新宿，我一直很想去日本的脱衣舞店。脱衣舞哦，对，他有那种比较健康的脱衣舞。嗯、有人说健康的脱衣舞，有人说你声音偏小有吗？你靠近一点，我已经在这了。他大声了，他等下把它吃掉。哎，来什么脱衣舞店？就是日本有一些比较健康的脱衣舞店，他会找一些 AV 来，就真的脱。嗯啊，下面的人就是看啦，你也不能干嘛，就是付钱看，合法，合法的合法，然后是有些是有名的 AV 这样，哦，哎呀，没有没有，那个是不红的 AV， 我也觉得，那个绝对是二三线的 AV， 而且他通常情侣去还会打折。不知道为什么，哎呦，但你就只能看，什么时候不能做，对你只能看而已，看手腕呢、啊。看手腕是什么？看你手腕、啊，可以是看你有没有把骨啊，把骨好不好啊？蔡那个爸比都不跟我去，所以我想说，也希望蔡中汉可以去探探路这样。哦，蔡中汉要啦，蔡中汉要，蔡中汉、啊。他现在已经结婚了，啊、他以前没结婚可以，现在已经结婚了。不是啊，这个就按这样按摩一样啊。啊，对，就我这边酸痛，我就按摩，我看而已啊，花钱买娱乐。嗯、这个是合法的娱乐产业，是啊，那、啊、我们就去消费，啊就看，啊我没有干嘛，哦对啊，对啊，啊没干嘛，啊洗个澡又没干嘛，嗯、又没有外物要入侵你，入侵谁？对啊，大家洗个澡，很像那外星人，你会不会给按会按摩吗？啊我不会啊，我说你不会按摩。哦、你就去给人家按摩，对啊，哦会啊会啊，会啊，那不是被陌生人摸到你身体，对啊，一样啊，爱陌生人帮你洗澡摸到你身体，一样啊，你是用油嘛？啊，我们是用沐浴乳啊，一样啊，一宿，同那机的室内。所以下次帮蔡庄 booking 歌舞伎町跟飞田新天地，就两个人都对，去比较看看。那你可以跟他有人留言说，你可以问他说，可不可以进去一下下就好。引起一羞羞一的是嘎，全留言靠北，可不可以啊？进去一羞羞一的是嘎。哎，这首欢迎翻成日文，好对嘛？而且好了，我们之后我们下一趟去哈，一定会让蔡中汉去体验。我们来 give me five， give me five， 什么东西？我就跟嘉玲说，哎、欸，不好意思，中汉是工作、啊。因为毕竟哦，嘎哥身份比较特殊一点。你去那边没人认识你？不是啊，我哎，时间太快，可能拍不了多久。哎、欸，我跟你讲，这次我们在拍片的时候，路上遇到很多什么人跟我合照？台湾人啊，香港人，马来西亚人。哦，对了，对，真的有，真的、啊，他得意了，是不是？还以为你是山下智久，应该没有。日本人是都有看我啦。哎呦。还以为是那个三下智久，哎、欸，怎么出现在那里的是呢？三下智久呢？没人理你、啊、日本人是以为我是三下智久、啊、但那个香港人哈、啊，马来西亚人，哎、欸，就是哎、欸、哦，嘎哥的是呢，嘎哥，讲日文，一兄弟合照一的是嘎，小心翼的是嘎，哎，小心翼的是嘎，讲日文是啊对对对，真的，因为那个游客比较不多嘛、啊、除了台湾人之外，香港人蛮多的，嗯，然后马来西亚人嗯，对，我们就遇到一对马来西亚的情侣，嗯，他就问我们说，哎、欸，现在是台湾入境还需不需要隔离？嗯，因为他说他们本来是要来台湾，对，但是他们好像不能来，发现台湾比较严格，所以他们只好飞日本，只好飞日本，这什么逻辑？对。你怎样、欸、不行吗？意的是哟，就是很有眼光啊。对啊，然后他就问了我们一下，大概怎样是就零加七是什么意思这样子、欸，然后跟他们讲，他说哦，他们下次要来这样。哎、欸，我说是真人真事哦，我们是在浅草那边浅草寺遇到的，嗯，真的，他们就来跟我们合照。哦、他说、欸、不能来
不能来台湾，所以去日本。嗯，他说，因为这个台湾的治安比马来西亚好100倍，这样，所以他们想来。这也是真的，这也是真的，这真的不能否认。台湾治安真不错、嗯。哎呦，你们没有 follow 到，我在偷渡，你没有 follow 到是不是。怎样？哦，好，没事。好尴尬，你们没有 follow 到，他们没有 follow 到，对啊，因为台湾的治安比马来西亚好100倍，这样。啊，算了算了，你怎么在跨新闻呢？算了，有人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好了好了，接下来一定有人知道了，不要讲十四，嘿。偷臭，有人说你偷臭。对对对，然后就跟他们讲说，现在台湾来其实入境就零加七了。嗯，我知道了，没事没事。对对对对，出国你还很留意时事呢。没有说我们出国，我们才去两天，你以为去两个月是不是？我才去两天而已，两天而已，真的有遇到哎。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还有什么？阿芙丽好吃吗？好吃。我们追踪你。我今天有发一张图文啊，我发张照片，中午的时候嘛，有分享那个我们拍了哪十支影片。对，大家都很好奇，为什么可以拍那么多支？对啊，你们才去48小时而已。其实我们以前去一趟，如果是那种去两天一夜、24小时那种，大概也都可以拍个5-6支。嗯，你看这个产片速度有多快？因为我们去就设定我知道拍什么了。我们在去之前都会想好我们要拍什么，然后行程全部都排好了，对，然后就一直把那支影片的那些架构全部塞满，对，了解。比如说我们就会想好说，我们要拍一支说我们48小时一定要吃的10样东西，然后我们就把那10样抽吃满，对。然后想说，去大家应该很好奇说，疫情后的日本转变是怎么样？嗯、应该有10件事，它不是。Top ten, top 四, top ten, top ten, 所以我们就 OK, 那我们一定要去发现10样有趣的事情，然后就啪啪啪啪啪拍。在走行程的时候就一边拍片了啦。对，我们这种完全时间管理大师啊，真的。最好这个拍的时间就是我们走路的时候在拍，我们点跟点之间会走路嘛，就在拍，中间就是我们一些讲话的过程了。移动时间也不要浪费，不要浪费。然后到那个点，你吃东西就可以拍嘛。然后到那个店要介绍这家店，就拍嘛。对，景点要介绍就拍。哇，天生的 YouTuber。嗯、然后但是你可以先你要去的地方都在那个 Google Map 上面设好，设好了，设好了，设好点，然后你就可以按照它这样，你就也不会绕路。是，对，用最短的距离，对，最短的距离去到你想要去的地方。对对对，哇哦哇哦哇哦！那你照你这样子，你每个月出国，你又可以再囤一个好几支。有啊，今天大头不说，我们今天可以不用拍片了吧？你都拍了10支，今天不用拍片了。今天没有拍片，今天我们只录 podcast 而已。对，很担心就囤太多哈，要播出来的时候，这个日本的又过了好久了。对对，所以我这个日本片会在下礼拜赶快全部上一上，10支一起上一上，因为要让大家知道现在是什么状况。对对对，而且我们后面还囤了30-40支的片呢、啊，还没上，我现在很苦恼啊。是片太多在苦恼吗？好好哦、我们今年年初过年的时候的那个旅游影片，到现在我还没发哎、欸。不是，你知道我那天看剪接剪好一只阿波1岁半的影片，我想说这个是阿波，我现在已经快3岁了，就是他剪好刚剪好阿波1岁半的影片，还在播30岁。片囤的太多啊，因为我们去就是会设定主题啦，嗯，因为我们的影片比较不是日常 vlog， 嗯，可能哦，当然就一直举着，我们通常都是 vlog 很松散就对了，没有 vlog 是 vlog 的风格，他也有拍一支啊，我有拍一支，他也有拍一支 vlog， 哦，然后反正我们都设定主题嘛，嗯，对啊，所以我们就会设定好，然后去就把那个要的素材全部拍进去，塞进去，嗯，塞满，然后空档想要什么赶快塞，赶快塞，赶快塞，边拍边玩啦，等于是24小时的20个小时都在拍片了，都在拍片，4个小时睡觉，4个小时睡觉，所以我们去48小时拍了40小时的影片，嗯，然后10支合理啊，哦，他还有时间买东西吗？就是很快速，啊、很快速、啊，很快的决定，很快速，没有时间逛，你就看快很准。有人问小戴那个影片什么时候上？小戴那个影片是阿波大概半个月大了，六七个月大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到现在还没上。寶寶对啊，想问嘎哥为什么那么喜欢囤片？是不安感吗？哦，对，是不安感，是不安感，囤了就会有安全感，囤了啦，先囤啦。没有啦，其实齁，因为剪接师很多啊，不然让他们没事做，所以要一直拍很多啦。没有啊，这老板的心态嘛，有事做吗？他们很忙啊，也不是忙，就是他会有剪不完的片，
那因为剪接师的工作是剪片嘛，对啊，所以一定要让他们有事做啊，也不是说压榨他们，有说哎呀剪接师好辛苦啊，没有，他们就做他们日常的事，就正常一天九小时，啊加班我们就加班费，然后六日就正常休息，其实就很正常啊，只是说我会一直源源不绝的片给他们剪，其实他们也没有压力，也没有逼他们什么时候要剪完了，对啊，我们剪接师除非是那种很赶的啦，像我们偶尔那种偶尔大企划哦，环岛的时候，今天就要上。或是之前我们生小孩隔天要上，对，还是我们开球啊，那可能热度嘛，所以明天就要上，所以可能会稍微加班今天加班一下，对。但平常那种影片就是大概他们照他们节奏，然后一个礼拜剪个一支到两支，或甚至到三支，就照他们节奏剪而已。哦，哎呀，所以我们剪接都蛮自动的啦，对啦，压力没那么大啦，压力没那么大啦，没那么大啦，对。好，完蛋了，九点了，该 call in 了，你看吧，我就说吧，我刚刚就说。那个行程要不要赶快下一个主题啊？不行啊！啊，还要讲什么？日本，日本。对啊，日本还要聊什么？刚刚说什么好不好买？已经讲完了是不是，好买，很好买，很好买，很好买。那你有刚才有人问说你买了什么？买了什么？我跟你讲，模型我这次都没买啊。他去秋叶原都没买，那怎么办？大家都抽不到嘞，大家就在等你买，然后送给大家。靠北啊！其实没时间，因为模型很需要慢慢逛。因为我们这两年疫情，我在台湾。已经练就一番会上日本网站拍卖网站买模型的这个技能了。哦，原来如此，掌声鼓励啊！这有什么好骄傲的？因为以前会耗时间在秋叶，就是哦，比如说我要买这一款模型，我这一家店找不到，就有好几家店跑去买啊，所以耗很多时间。但是现在只要在日本网站上 Google 就找到了，然后就不用再跑去现场一家一家，对，不用一家一家就跑了。所以现在去就是看爽的啊，怎么样怎样看起来啊，这个网络上我有看过啊，我回家买就好了，不用拎回去了。对对对，所以我都没有买什么模型啊，没有。这次买很多的是小朋友的玩具啊。哎呀，变成还有零食，零食买回来给工作室，零食超便宜，对，超便宜哦，超便宜，就是那种小朋友的饼干。我记得我在那时候唐吉哥的看一串100多块日币，日台币，这种小朋友饼干不是这样一包一包小小，然后就一条很可爱这样，对，然后台币卖100多，然后我们家那边日币卖100多，我们就啪买了好几十条，那很值得买，对啊，真的，小朋友都会吃，小朋友一定会吃，而且他们吃很快，对，所以都买零食，小朋友零食啊，还有工作室的一些零食饼干泡面啊，嗯，因为台湾买很贵，对，然后所以日本买回去很便宜，然后买一些衣服啦。哦，一些爱牌，对，我们有拍一支啊，我们买了什么什么爱牌，你看我们连拍买东西都要拍，对，所以大家如果想知道 Rola 那下手爱马仕，也可以看你的影片，对，哦，我们有特别拍了一支，是 Rola 买了什么，我很担心他的卡还好吗，因为我本来想说Rola 买的要包在说我们有拍一支说我们喜欢什么店嘛，日本的品牌的店啊，包在一起，我们最后来彩蛋开箱一下 Rola 买了什么，结果发现干你娘，他买太多东西啊，所以没办法没办法是彩蛋，他的彩蛋比我们正片还要长啊，还精彩，所以我们隔了一个我们特别在饭店开箱了一个他到底买了一些什么东西，然后那个精品价差到底有多少，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 Rola 那集很值得看，因为呢我们平常一般人很没 不太敢走进这些精品店，他非常自在， 我走到那个门口我都会怕怕的，对，我也是，那我看他非常自在的走进去，看不起我，对，那我们就跟着他走进去了，我就 跟你讲一个，他这次刷卡一次最高额度是多少 好可怕哦，你刚刚说什么李杯换了40万的日币什么东西，我靠，呸，刚刚我们都在讲便宜的东西嘛，刚刚讲消费奢侈品，对，我们进去就说Laura 你这一单刷了多少钱，好多好多好多，他说100多块200万吧，哇，而且讲得很平常，100，我从来没有日币刷过100多万日币，我的卡可能刷不过，什么东西对、啊、什么东西100多块吗，什么东西1块200万，什么东西？他的卡额度很高哎，我应该刷不过、哦。我也刷不过。什么东西？对，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对，他的卡只能刷20000台币。你的卡真的很烂。不是，啊，就算200万是日币就好，那是几十万呢？对啊，十几哎。那什么东西很夸张，对不对？应该是某一些人的一年薪水了。不是，他说哦，没有没有，有的是我帮朋友代购，因为真的太便宜了。嗯，然后很多妈吉朋友在代购，没有没有没有，我是在帮朋友代购，这不买不行啊，太便宜了，太便宜了。哇，
可是我刚刚一看他很猛啊，刚刚有看到他哇，头上又爱马仕啊，包包又什么啊，真的爱马仕哇，我立刻换了一个新行头回来，头真的超痛的，很猛啊。哎、欸，那是几十万在刷，那个你的额度有那么高吗？没有没有，不是他的零头就是你的总额度、啊、差不多差不多。我们前一秒还在说哦，这个鞋子要好几万日币这样，两、嗯欸、万哎一、欸、万多块日币，两万多两万多两万多日币，哇、哦、好贵哦，到底要不要买？我们两个考虑两万多日币到底要不要买，可是算下来哎四千多好像很便宜呢，对不对？哎、欸、那个鞋子来这个鞋子来啊，有人问我买什么 Bape 啊 Bape 啊。对、欸，有人问说 ，Laura 住竹北吗？对啊，因为他有一亿。对啊，因为竹北人通常就会有一亿的存款。就那两双鞋子，他们两个犹豫很久、哦。我们犹豫到还没买，是 Laura 再去帮我们买回来的。我们犹豫半天，结果没有买。对，犹豫半天还不买，那你在那犹豫屁？这个是日本潮牌 Bape 啦、哦嗯、BAPE 那个星星那一牌，这我们从小到大我们就觉得它是那种、欸、潮牌，就我们心目中喜欢的牌子，潮牌的天花板、嗯、啊。台湾这个正规店卖一双都大概八千多块、嗯、然后他那时候日币哦两万多，他一算哇4000块、哦、4000多块5000多，对4000多块，哎、欸、直接快六折，哎、欸、对、啊、表示4000多好还是好贵哦，对，一双鞋子4000-5000，然后我们那边犹豫超久，最后没买、啊、算了算了不要买不要，然后回去 Laura 说哎、欸、我刚刷了1-2百万，哎我干，然后立刻就说哎、欸、你明天还要去的话你帮我买鞋子，所以我们最后没买就回来，对，然后说哎、欸、啊你明天还会去表参大吗？他说会会会会，然后那你顺便去的帮我买啊，帮我买他妈没出息，老板吗？没出息的东西呀、啊，谁是老板啊？4000块的鞋子，他妈考虑半天，你这一刷几十万、啊，5000你还不买一把？对啊，哎、欸，这个是货、哦、，Gay Gay Bape， 哎、欸，他的名字是 Bape， 你是 Bape 的爱好者是不是？有很多人说 Bape 已经不炒很久，是，但他是在我们心目中以前小时候买不起，我们就一直对，只能遥望着他。就好像是有的人觉得周杰伦过气，但周杰伦在我心中依旧是那个。对对对对对，他就在我们心中就是永远，我们以前真的买不起，现在是补偿心态。对，我们还不打买一打。想当年我们那个高中的时候看那个潮流杂志、Ben 杂志还是酷杂志，有没有？对对 对, 對, 對，那个哦，日本单品，然后打开哦，就是 Bape。哦，对，因为在我们国高中时期还是流行日本文化，对对啦对啦对啦，对对对，他不是 J-pop 哦，对对，有那个 Hans C 哦 ，Bape 是灵魂，然后这个伟力、嗯、熊伟力说，对，当年 AP 就是神啊，对对对，就是真的真的，因为我们跟你看一个国高中生哪有口袋去买这个，对啊，真的没办法，而且台湾已经卖更贵嘛，对啊，对，那时候哥台湾。买不到、嗯、买不到吧，不到，而且我们那时候嘉义乡下地方哪有，我要去一趟台北然后跑到仁爱圆环才有店呢、欸。以前不可能，怎么可能，只能看看杂志然后觉得哇，看看杂志然后把那个剪下来然后贴在我的那个存在喜欢的东西贴在墙壁上，哇，以后我一定要买，这样有恭喜你买到了、欸、但后来发现是因为它本来就贵起来放就对了，对，没贵起来坑，因为像好我们现在买一双4000多，现在随便一双 Nike 艾迪达都要4000-5000块、欸欸哦、对啦，沒，现在鞋子好贵哦、喔、现在艾迪达也涨得超贵，对，好恐怖哦、喔、然后买一双3000的鞋就算贵咯，嗯，对啊，现在3000好像很普通、喔、對，然后 我弟说他那天买了一双 Dunk Nike 的 Dunk 9000多，我说蛤、啊、Dunk 你弟凭什么，你弟你说小九九小九九小九九买一双鞋9000多，你妈知道这件事情吗？怕好戏啊，可能现在知道了一双 Dunk 9000多，对啊，那我们一双4000多在那边考虑半天，是不是、哦、好贵哦，如果我们去 Outlet 买一双艾迪达可能1000块，哇干，这双才4000多，丢那线也没出息啊，所以我们立刻买啦，就是 Laura 帮我们代购拜托，哦，我们就买回来了，哇，很好看很好看，丢、嗯、啦，对对啊，所以物价是便宜啦，物价便宜、嗯啊、然后真的便宜很多，然后现在因为听说啦，因为听说这个物价会这个，因为精品哦会慢慢再调整回来、嗯，对，它会平衡，是国际精品，嗯，对，国际精品什么 LV 啦、Chanel 啦，我跟你讲，我本来没有关注精品市场，是因为 Laura 的关系，所以我就会关注一下。那、嗯、我没买，我没买，先说我没买。可是呢，我发现哈、哦，精品是这样，它年年调整，对对，所以你不要想说我以后一定要买，没有以后，你现在有钱就买了吧。哎呦，我们这个投资理财大师要说话了，我跟你讲，我跟你说这种事情。我放眼望去都在 iPhone 特斯拉，我先介绍一下你的头衔好不好，你介绍大头佛哦，就是哎、欸、怎么样，大头佛他就是典型的金牛座，对，
对，金牛座那个星座书，然后国师说什么，他就是那个典型的，对，非常的抠门，非常的精打细算，非常钻牛角尖，所以他说可以买可以投资的绝对要听。应该是说钱要花在刀口上，讲得好，来大家注意听了，来，假设你人生就是要有一个爱马仕，爱马仕就是你唯一的衣柜，你觉得我这辈子死了就把它带进棺材里面，我跟你讲越早买越好，因为越来越贵，只会越来越贵，那前提是你要买得起哈，不要去借钱来买，对，就是你一定会工作到有一个年纪或是什么，你有一笔积蓄，想要完成你的梦想，对，你就去完成吧，因为他年年买。我觉得女生是这样，就是我有一个梦想在，但你可能买不起的时候，你就会去买一些很多就是有的没的，有的没的钱花掉。对，那最后你还是得不到那个。那我的话，我就是会就那个直接到位啦。对，那我就不会再想了。我有个女性朋友最近跟我讲一个案例，她说她很喜欢买 Tiffany 的项链，对，她 Tiffany 项链最便宜好像也是要几千一万吧，对对对，我记得，就她就买不起嘛，她就去买一些垃圾一两千的。对，结果呢，买了三四条，结果加一加，你都可以买了。对，很多加一加，然后戴没几次又不喜欢，然后就是说，我还是要买 Tiffany， 然后一直这样，一直买不起 Tiffany，就跟男人一样，你终究要买欧洲车，何不一开始就换？没错，对不对，蔡东汉？对不对？那结果，那开台车，结果被昨天被嘉玲撞坏，气到死。自己开去弄白，不笑死我，拍一遍。纪念日？昨天是你们结婚纪念日哦。對，笑死！笑死！他给你的礼物是把他的车撞烂，把他车撞不是出车祸，赶紧 quickie 弄啊！而且是在我家楼下停车场，还好我家那个墙壁没有坏掉，是车坏掉，就这样换心好一点嘛，对不对？又卡，有卡吗？没有。OK， 有。刚刚我看那个留言问你说台积电可不可以买？你上礼拜是说可以买。可不可以进坛了？我跟你讲，他现在已经落到那个大家说的380、390了。怎么样？那会不会再落呢？短期很难预测啦。那你现在有钱想买你就买啦。看讲废话。他就跟什么一样？他就跟精品一样，年年涨，每年涨。对，你现在不买，以后要买就贵。他显然现在可能是落在日本的爱马仕，现在汇率正便宜，你要买就赶快去买。对。不然它一定会调涨回来，到时候你要再追加，你赚钱速度跟不上它涨幅吧。欸，你这个想法很好，这是房价吗？一样，意思一样。赚钱的速度，赚钱，没有，房子是几千万的事，那么样。所有韭菜都会问说，什么时候跌到底？我跌到底我才要进去买，没有什么跌到底，谁知道跌到底？跌到底我还在那边跟你讲哦。对嘛，自己买就好啊。你有一个名言嘛，只要有新闻出来说什么，九妹赔了多少你就赶快买，新闻出来了没有？最近有开始有一些了，出来了，注意了，下个礼拜可以进场了。不要乱断言，投资理财自己想，自己想，哦，自己想，对嘛，有小野猫分享说这个400以下可以进场，哦，有人说还会再跌哦，不是说，之前蔡哥是买在什么，人家说多少以下可以，他也是600的，他也600大关的，是吗？蔡哥还在吗？蔡哥还在吗？蔡哥也是600大关。蔡哥你买多少啊？你买多少？我就说我上次进了一下480几，我目前还没再进啦。我说进场摊平，你妈的进场摊平，但你至少不是韭菜，你还没卖掉。不是，你要去观察这个全世界的经济情势，你不能随便瞎进啊，好不好？对吧？哦，对对对对。现在经济就已经不好，黑天鹅都飞出来了，你还想怎样？什么黑天鹅？什么黑天鹅？黑天鹅就是有不好的事情都一直出来了，利空消息出来嘛。先不要照进，黑天鹅就在那边飞嘛，你还要进？好啦，无限摊平啦，无限摊平了，400多了，讲了半天。对啊。OK 啦，讲日本啦，讲日本啦，讲日本啦，对啊，讲日本啦。日本现在真的是非常好买啊，不管是药妆啊什么，除一除都非常的便宜。我想问，那药妆呢？我听说它有一些改变，是不是？没有，就像好，就大家最常去买的那个黄色那个叫什么 ？EB 一啊？不是啊 ，EX。EX 那个对对，合力他命，合力他命 EX。以前都要去带两罐这种。像我们买4000多日币，4800日币，跟我们两三年前去的价格是一样的。哦，对对对，好佛哦。对，然后但是合力他命除下来等于才1000出，1000多块，对啊。好秀哦，很秀，对啊，对啊，因为它没有涨，跟你比如说你是4800，然后涨到5000，
对的日币，但你在日本生活会有感啊。对，但我们去会觉得，哎、欸，干还是很便宜啊。嗯，没错。我们在台湾贵到爆，一千八一罐，我记得。对啊，对啊。啊，现在、欸、一千出头就买到了，嗯，那么少个几罐啊。那其实这样子机票就算贵一点没关系，对，因为去那边会回来。嗯嗯、啊。有人分享说，现在感觉很多日本药妆不用在日本买，是没错、啊。来来来，说一下为什么。因为现在很多都进，这两年进很多啊，台湾都买得到，但比较贵，就贵很多、啊。对 啊， 啊，如果你平常都有在吃，啊，你人也在那边的话，你就在那里买，你就多买几，就便宜一点，你买个十罐，你机票钱就回来了。哦，对耶，你有在用的，哎、欸，对、啊，铝润滑在台湾买得到啊，我干、哦、你不要三四万呢、啊，其实买一个机票就回来了，你买一个机票都赚回来了，哦、对、嗯，其实都买得到啊，现在最近也进很多，嗯、哦，甚至是日本的那个。哎、欸，吃东西的餐厅也进很多啦，对，餐厅也都有。这两年什么库拉寿司，对不对？那什么拉面，感觉还是有差啦，是不是？一篮也都吃得到啦，嗯、对不对？蔡东汉也是吃了一篮了，这是四十八小时还浪费胃吃一篮、啊。可是他每次去都要吃一篮呐、啊欸。我们三更半夜陪他去吃一篮，想睡觉吧？我真的快睡着了。蔡东汉就莫名其妙很喜欢吃一些那种大连锁企业的那种，而且他是去各国都要吃一篮哦。对，去香港也吃。对，然后上去哪里？美国吗？美国有吃吗？没有。美国没有一篮吗？韩国有吃吗？韩国好像澳洲澳门是没有啦，没有啦，澳门的香港，我连吃三天，莫名其妙。反正他看到一篮就一定要吃一篮，超爱一篮哎、欸，对，真的很爱。然后台湾吃过，我就发现哎、欸，味道是不太一样，还是日本的好吃，日本好吃、嗯欸、日本食物，你就算带回来台湾，感觉就不太一样。那个空气就不一样了。对，像你不是有朋友觉得日本的饭很好吃、嗯，然后他就买了日本的米回来，还有电子锅，日本的电锅回来。哇、哦！但是呢、嗯，大家会说，哎、欸，那水啊，对，他也装了一罐水回来。哇、哦，好变态哦！他、這個、他说他用保乐瓶装了一罐水回来。对，不一样，不一样哦，因为不是日本的厨师煮的。哎呦，不是啊，这电锅然后煮日本米，然后用日本水煮饭。难道是日本的店吗？等一下，看不起我们和山厂的店吗？看不起我们火力发电的？吃起来就不一样，这莫名其妙，奇怪，奇怪。这个真的太爱日本，这个真不知道，还是煮法不知道，有什么就很奇怪、啊。欢迎大家分享啊，这个日本的煮法、啊，还是因为那个日本的空气，你吸到日本的空气来吃，就觉得特别好吃，就不一样。对、啊，有人说水质有差，但不对啊，那他把水装回来了、啊，对。哎，苏绿安在问说，有很多店阵亡掉了吗？哦，蛮多，像我们在机场啊，很多店阵亡之外，很多店改营业时间。那我们先讲阵亡的，嗯，是。阵亡，阵亡的，就像我们在机场啊，好了，好多店他都写说暂时休业中，他没有倒，因为他你看他的东西都还在，但他写暂时休业中到十一月之类的，嗯、哦、可能就是旅客减少，所以索性不开了。嗯、对，他可能是休息的，他不是倒、哦。嗯，像机场，我们现在是讲机场，机场的话，里面那些店是没有倒，是暂时休业中、嗯，然后有的会写十一月多才会开，十二月才会开，哦，就等那个外国游客进去多一点，他就会再开。机、嗯、场大概一半都没有开。啊、这么多、哦、差不多一半，多、欸、太多了吧、啊嗯、那当地那些店家咧，当地日本当地人，我发现的是那种黄金店面倒了、嗯、倒了是怎样，比如车站对面的那种店都不开了、欸、就车站一出来那种大间的沙咖汤啊、欸、然后那种就是倒了，像不像士林夜市吗、嗯哎、欸，像士林夜，比如如果像士林夜市的话，就是第一排文林路倒很多，但里面没有倒嘛。其实还有里面，其实巷子里面可能比较便宜的还没有倒、嗯、但大概只有倒两层，我看起来啊。哦，没有到那么多，因为就像我们走在秋叶原，人还是人来人往很多，就当地人都还是有、哦、了解，所以其实是有店倒了、嗯，但你们自己的爱店呢？比方说以前会常常逛的，这次去有没有逛到倒的？都在，还好啦，都在啦。哎、欸，有人留言，他有人知道说 Sega 倒了，对、欸、，Sega 是全日本倒吗？不知道哎、欸，因为我们这次去秋叶原，好多 Sega 本来有好几家店呢、嗯，然后改名字啊。改 Gino 是不是？我都忘记了，就改了一个奇怪的名字。哎呦，那是不是要研究一下？但那个店还是在哦、喔，就、嗯、还是一样可以打电动，嗯、然后夹娃娃还是在，嗯、但是他就 Sega 倒了，有人知道了吗？就不是叫 Sega 的就对了。对对对对 对， 對、嗯。然后因为新闻都会报的很像很夸张，他就说秋叶原什么就倒了很多，都没有。哦，被合并哦，被合并是不是？被收购、哦，被收购合并哦、嗯。但是店还是在啊，你要夹娃娃，然后打电动还是有，嗯，还是有。我觉得是第一排黄金地面倒很多啦，嗯，可能真的很难撑啦，嗯，店租太贵，店租贵吧，对，观光客比较少，嗯，所以就倒了，只靠日本国内游客是撑不起来，嗯，但他一些你说餐厅啊，
还是什么店家在巷内的、嗯、其实都还在啊，都还有、哦、都还是可以逛，还是大楼里面的店也都还在、嗯、像秋叶原不是很多那种一栋然后整栋好几间小间的玩具店、嗯、模型店都好好的、欸、小间的都还在小间都还在，好想去哦，所以还可以啊，我觉得逛起来还是很爽啊，就算打一半你逛起来还是爽、啊因为你太久没逛了，太久没去了、啊。对，现在是三年后的第一次了，第一次啊，第一次啊，嗯、对不对？哎、欸，我们这个三年前真的是一两个月就飞一次，大家记得吗？啊、而且你们最喜欢六日飞啊。嗯两天哦，两天两天飞，我们不会六日飞，六日我们不会飞六日的，对，我们都飞平日，然后两天就飞了。对，以前是没有小孩，或者是只有差了过一个人而已啊，对，很好拖鹰啊，而且很疯。我记得你们常滑一滑，看到哎这个不错啊，那飞了啦、嗯。对啊，以前我们都做联航啊，那五六千块、六七千块，走啦，真的算一算，可能比去屏东还划算，真的很便宜啊、哦。有人问住宿哦，住宿，住宿有提高很多吗？嗯，还蛮酷的，就是我，哎、欸，我住宿我订的，我可以分享。就当我们决定要去的时候，大概是刚宣布可以去，刚宣布解禁而已。嗯，然后我就划了一下，哎、欸，饭店超便宜，一两千块。我刚刚讲说，我们以前很常住三四千块的饭店，都只要一千多块。哇哦，对，然后我就想，哦，很便宜，我就没有订。然后等到我们确定要去的时候，我订。变四千多就是浮动啦，其实机票跟住宿都是浮动嘛，你这时候热门就突然会变很贵、啊、那冷门然后就会掉下来，就是浮动的，所以现在价钱变得很快。对，就是但我是从我看然后到订可能两个礼拜后从一千多变四千多，哇哦、但还是蛮便宜的，你看国内现在随便那种高级 五六星级的對上万块，一万块一个晚上、欸、不过我觉得去日本是不用住得太好，因为我们没有多少时间在睡觉、嗯、你找一个交通地点好的地方好洗澡就好、啊、好洗澡對對對對好洗澡休息一下就好、啊、不然就找人帮你洗澡这样哎哎哎有陈皮梅他分享说、啊、Sega 是退出游戏机的业务了、哦哦、真的 哦，所以要退出市场就对了，是哦，了解，哎，这没有，我没有 follow 到，没有 follow 到、嗯、啊，机票呢？机票呢？机票大概多少？我也觉得就是刚解禁的时候比较疯狂，像我们那一趟是两万多一个人，对，那时候正贵，十月嘛，真的蛮贵，因为以前去东京大概一万出头，我们都买联航都不到一万。对啊，然后是三倍了，是不是？但那时候可能我记得那时候的一般航空都大概一万多，嗯，然后但这次的一般航空到两万多，两万多都可以飞美国了，已经、嗯、真的，我飞旧金山也两万多块。哎、欸，但我们先刚才在查而已，又回到一万多了，十一月对、哎，对啦，又调降了，又调降，调降，所以它就是浮动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机票就是浮动啦。啊，如果接下来因为疫情越来越稳定，然后大家要出去，嗯、那可能航空公司会增加航班嘛，对、嗯，航班一多，啊，你座位又空了的话，价格就掉下来了，对。不过真的要情有可原，因为他们已经两三年没有那么的就是蓬勃了，对对对，让他们赚一下啦。但有时候可能不是机票涨价，因为机票它也是同一个位置，可能会有不同的等级、哦、不同的票等，不同的票等，对，所以便宜的很快被抢完了，你就剩下贵的。哦，对啊，哎，想问那个皮卡丘上面只有画画皮卡丘吗？它的餐具什么是皮卡丘吗？哎，我们有拍一只皮卡丘看一下，看一下，我们可能下礼拜就上了。对，可恶！我现在讲完，你怎么差啊？不要跟你讲啊，不差啦，三千多个人而已，四千人了，四千人了，现在有四千人听我们分享，我们刚刚就是要直接跟你们互动在讲嘛，啊、看你们影片，哎，记得还要再刷一下我们的影片哦。是不是皮卡丘专机比较贵？什么？哎，它上面那个飞机餐是什么？什么？他问你说啊，请他们在问你要吃什么啊？请问你是要皮卡丘肉还是胖丁肉啊？真的？屁啦！真的？屁啦！上面的那个花样空腹也全部皮卡丘装啊！屁啦！直接暴乳皮卡丘装，这一定是骗子，露半截，那个肚子露出来了。那我立刻买的，那十万块我都买。敢真的你不信是不是？不信。你不看我开箱影片。好，不信就看你。我们会拿那个一过 B B 那个护照嘛，对，机票一 B 就登机门嘛，那过那个隧道，对对对，然后进去那个机舱嘛，对，皮卡丘。大家不是以前上去，大家都说你好，你好，欢迎搭乘，皮卡皮卡，对，还皮卡皮卡，真的啦，在那造谣，真的，然后说，哎、欸，我那个哎，四十八 G 在哪里？嗯，皮卡皮卡皮卡，以前都说。你要看报纸还是杂志？他可能说你要看宝可梦图鉴吗？真的，你要滑。干，你真的不信就对了。太好笑了。真的啦。哦，好。真的、啊，而且现在你的影片，现在应该数位化。对。他想说，哎、欸，你皮卡丘语，你可能听不懂。是。然后这边他大家都挂一个 iPad，Pad 在这边，来皮卡皮卡。
啊，这边就跑出来，还有翻译，他是怕你看不懂。啊，如果你手机没电，他还给你十万伏特发。对对对对对。啊是因为他们是你们以前坐那个黑飞机嘛，好一点的只有 USB 孔，可以插电，然后自己插那个充电。对。啊，现在呢 USB 孔全部没有了，都没有了，全部没有。为什么？哎、啊，只要你要哎、欸，我手机没电还是什么的，你就按一下那个服务铃，然后就过来，他就会从那個、从那个尾巴，然后你就拿好你的手机，对，啊，啪，拿着，是，哎、欸，男鸟说，哎、欸，すみません、もう電ですね。啊，ピカピカ，ピカ，然后就这样发电过去，然后就冲吧。iPhone 撑得住十万伏特吗？干，你们浏览器就不信是不是？不是，啊，你们觉得，哎，这空服员，哎、欸。蛮可爱的，想跟他当个朋友。以前我会、欸、跟他加个 line 嘛，对，来聊天一些搭讪。你不用啊，如果你随身携带宝贝球的话，你就可以收服他。欸、对，或者是啊、你可以买机上的 WiFi， 然后我们有那个宝可梦哦，宝可梦游戏手游嘛，就自己抓他，啪啪抓起来。那如果我觉得就抓到了，我觉得今天空服员我不喜欢，我要换我自己的，我就决定是你了。就决定是你了，砰！我就这样抓到了哈。是什么？啊，如果像我们那时候就遇到我后面的、啊，后面的他觉得哎、欸、这个哎、欸、那个那这一个空服员 A 不错，然后我隔壁那个也想要，那怎么办？打雷台啊！啊，他们就会打雷台、啊。出一个，对对对，你要先打，你要先打，然后才能收服那个。啪！你们不信是不是？那你们真的不信呢、欸？我觉得这样机票贵是有道理的，所以机票可能要十万、三万块而已啊，合理啊。对，然后他们资深的，不是资深空服员嘛，做舱长啊，对，做舱长的话，的 level 就比较高一点，是怎样？对，他就是那个卡比兽，你就看见卡比兽，砰砰砰砰砰出来这样，体型也是卡比兽，真的啦，啊，那个飞机的机翼，你看它原本是原本飞机的样子吧？对。然后你飞上去之后，穿过那个云层之后，它就开始吭吭吭吭变成那变快龙那边飞，烦死了，烦死！应该不会到水中还会变成龙吧？这样？因为你们都没有坐上去过，对，你们就只看它降落的样子，或是停在那个飞机坪跑道上，变成正常的飞机，那就是一般飞机。但你只要一飞上去之后，到了什么平稳层，是不是？还是什么层？稳定之后，它就吭吭吭，像一般机吭吭螺旋。就收起来，然后呢，就伸出翅膀，然后快龙的翅膀开始飞，啪嗒啪嗒啪嗒，啪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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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样会被华航告吗？我们那造谣大会，我今天没造谣，我们造谣一下可以吗？真的啦，好笑个屁啊！来听 Parkers， 如果没听到我怎么表演的，欢迎来这个蔡阿嘎五十三的 YouTube 看我表演。真的，他就这样收起来，然后快龙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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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真的啦，太胡乱是很有画面，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想得到。真的啦，啊，因为有打斗场景嘛，所以我们如果你看我做那种靠窗的，啊，那个窗可以打开啊，对，你会看到那个小翅膀就会飞过去啊，好特别感觉啊，你会看到在天空上飞啊，好特别感觉啊，这个不错，真的啦，好好笑啊，真的，这次机票三万，我买，很划算啊，我买，他要带贵贵一起去啦，对对对，跟他们看一下。对啊，就整个就很皮卡丘，你就是在宝可梦的世界里面、嗯啊，享受这三个半小时的飞行。啊，你要吃那个，他就问你说啊，皮卡皮卡，你是要皮卡，还是要什么小魔龙，还是要喵喵种子，种子，你要吃什么餐？對對對對哦，你要选这样。啊、对，啊，那个打开哦，你幸运的话，你就会拿到那个皮卡丘的后腿肉。他的后腿肉，好残忍哦！他会这样跳，他的后腿肉是比较有弹性的啊。像我就有拿到后腿肉，哎，我好期待你的影片哦！真的啦？对啊，我希望你看到皮卡丘的后腿肉。陈丽云说：“哦，难怪华航股价掉那么低，是不是？因为他可能要花很多钱在这里。这才是皮卡丘班机啊，很值得坐啊，三万多块啊，值得坐。啊，现在有掉了啊，机票现在大概一万多块就坐了，赶快抢，大家赶快去买，赶快抢，想要把空姐带回家就趁现在。CI 220，对不对？我们记起来，我们天之220嘛，对，对啊，CI 220啊，华航的真的可以买，可以，真的可以买，没有开玩笑的。有人问是不是火箭队攻击你们？”啊、有那个空服员会处理掉，别干嘛！他们会去打，啊，他的感觉啊，你就这么的，哦，飞过来了，哎、真的，哇，好活泼、哦！好啦我们要接点 call in 啊，好不好？哎，靠腰9:30哦，9:30了啊，9:30了啦，我们来接这个两通就好了，好不好？接一下好，来，你打电话进来，你可以问一下，哎、欸，如果你想要来日本，你有什么？欸
想要知道事情还有什么问题、嗯、都可以哈。今天就聊有关日本旅游的啦、嗯、好、哦、我们开放 call in 来秀一下我们的开放 call in 专线有人说终于哦快点终于0958178543好0958、哦、178543178543好的有人说嘎哥的虎烂功力强到没毛病我就跟他讲不是不是他没有虎烂啊，你他妈的你就没做到啊？对啊，啊嘎哥就做到了、哦、你看大家 YouTube 开箱都只是开箱他在下面的，对，因为可能有签保密，不能乱开、啊。对，只有嘎哥人开到真的。对，因为你上去，你手机啊，大家跟他开飞行哦、啊，然后电子设备不要用啊，对，嘎哥可以用，嘎哥可以拍。啊、是，我刚刚抓了两只啊，对，真的、啊。在哪里？跟这个插到过完啊！哦，现在在我们家。对对对对那我刚宝贝球抓了两只啊！哦，要不要接、啊？一只27岁的，27岁。啊，我留一只21岁刚毕业的。哎、欸，早上陪超哥玩，晚上陪你玩是是。好了，我们打进来了。好，来打进来。嗨 ，Hello。嗨。啊，我们第一位 call in 进来的朋友 ，Hello， 你好。哎、欸，我是阿嘎啦，你是谁 ？Hello， 你好。你好呢？啊，叫那个。Yes 就好了 。Yes 哥怎么样？有什么问题还是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的吗？就是 hey、我想问，就是如果要去日本的话，是要申请什么？就是要怎么样？就是他说他怎么快速通关，那要怎么用？因为我可能下个月或下下个月会去日本。哎呦，机票买了吗？你机票买了？买了，定了。恭喜啦！哎、欸，你要去日本的哪里？哪一个城市？东京呀、yeah, ，Tokyo，、嗯欸、可以分享一下你买多少吗？17000吗？来回17000哦，差不多，差不多，降了，有慢慢降喽。因为我们上礼拜去是20000多，对哦，现在有点降了。嗯、啊你打疫苗是打什么？我打 BNT 啊 ，BNT 三剂 BNT 啊，对吧？啊，那就没事啦。你就开开心心进去这样。对，你是买几号？哦，你打4剂哦。春夏秋冬这样。因为那个医药人员。哦，那很 OK 啦。你买几号的飞机？11月几号？我11月底吧。哦，11月底哦。哦，那可能会改哦。对，那你直接下载一个什么？你上网查一下，就一个 app 就好了。对，下载他们的 app， 跟我们现在不太一样。对，他就会要你上传护照，然后上传你打那个。疫苗的证明上传上去、嗯、然后 还有什么还有一些你、欸、入境的时候你的名字啊然后你在那边住哪要待几天、哦、对 对, 對就是我们之前要用手写那个卡片、嗯、然后一起登录在那个 app 里面、嗯、然后你一到机场就会出示那个 app、哦、让他扫那个 QR code 你只要一下飞机就有很多人问就会有很多人问你叫你赶快把出示那个赶快拿出来这样对 哦, 哦了解對啊你就会多过一关台湾、欸、就是台湾很正常，就跟你以前一样，哎、欸，一模一样。哦，台湾没事，台湾没事，台湾就正正常常出去就对了。台湾跟没事一样，回来也一模一样。就啊，多领一个快筛，然后多发一个快筛给你。对，然后其他都跟一般一模一样。回台湾是一模一样，啊，你到日本就是要出示你那个 app， 然后会多过一关，他会扫描一下，啊，确定你那个疫苗有打啊，再来就是跟查到那个 app 叫什么，跟海关一模一样的，哎，对。所以不用、哦、不用担心啊、哦、不用担心、哦嗯欸啊、之后 APP 应该会、哦、对啊、嗯、哦啊准备多少日币要花刷卡就好了啊不用准备应该因为只有一个人对 我有特别我刚刚就去 JCB 办了一张哦聪明、哦、对 对, 對要办再打95折真的要办对 对, 對要办因为很多地方你刷 JCB 有打95折对、嗯、那个 Outlet 还是百货、哦、再95折、哦、爽哦真的很有感就算唐吉诃德也有嘛唐吉诃德也有对啊唐吉诃德他 有的你查一下到时候可能会有那个折价 coupon 券对打95折啊你再刷 JBC、嗯、哦再95折哦好爽好爽啊好棒哦好棒OK OK 好那我们祝福你玩得愉快啦好、哦、不用担心尽量去啦 好玩拜拜拜拜拜拜哦，有人分享啊，他们升级说之后会改用 VG Japan Web 啊 ，Japan Web VG Japan Web 哦，之后会改这个，嗯、买 SOS 11月之后就会11月14就会改就会改、哦、日本打来的，啊、快接，日本打来，真的假的？快接，日本打会不会很贵啊？他很真的假的？日本打来的，那从何来？什么是 L？ Konnichiwa， Konbawa， Konbawa。よろしく。私は塞さん。はい、赤です。はい。
你是日本打来的朋友吗？就是我那天晚上跟你们见面那位。真的假的？你怎么打了进来？也蛮开心的。哇！哎，对对，我说我在看直播啊。哇！哎，这位是我们之前我们这次去，然后有在日本当地遇到我们台湾去工作的台湾的朋友。嗯、哇！打进来了，太有缘了吧？太厉害了！我想说打进去，哎，怎么通了？怎么通了？对，真的通了。等一下，我们现在他是用日本越洋电话，我们要从长话短说。对对对，阿姨们有没有什么近况跟我们分享一下来？分享一个，分享一个。最近就是我有跟李先生有新开了很多店嘛，你下次来可以去逛。哦、新开了很多店吗？他有贴给我，他贴啊，真的真的、嗯，分享一个我们线上的线上3000多人呢、啊。对，来来分享一个什麼。哇，这个越洋电话听着我真是精神振奋、啊。对对 对，是什么？那个餐厅吗？餐厅还是什么百货很值得逛的？是涩谷吗？还是奥多雷多？奥多雷多仓货中心。哦，仓货中心哦，嗯，在哪里？在哪里的？对对对。在奇遇县、啊、哦，小丸子他家了哦，对对对对对，有个唱货中心就对了，新盖很多、嗯，好好好，哎、欸，谢谢你啊，谢谢你，哎、欸、哎，龙猫那个地方啊，对 对，龙猫那个地方啊，赞赞，哎、欸，不要浪费你太多钱呢、欸，他提供我们很多很好的资讯、啊，有我们这、那个，我们跟他跟李杯啊，都有在这个私讯啊，对对对，他就提供我就说，哎、欸，有什么好玩吗？最近非常多旅游的资讯、啊，对对对，谢谢，哎、欸，我待会再分享一下他给我。哦，好，没问题，没问题哈、嗯，谢谢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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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去东京、啊，嘿嘿，什么什么，说就是那个杨浩波，我到时候那个冷藏邮寄回去给你们看一下。哦，我很激动，米亚给来哦，哇，很激动，米亚给，谢谢了，谢谢，那我也是回寄邮米亚给了。好，我们回寄一些台湾泡面给你，有想念家乡吗？OK OK， 我会就是我有那个问到可以邮寄冷藏回去，哇，那個、买不到嘛？哇冷藏哎、欸，冷藏冷藏邮寄，哇，好感人哦！感谢感谢感谢，好，我们再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喔。谢谢你，谢谢你哦、喔，祝福你工作一切顺利啊，加油加油！哎、欸，拜拜拜拜，要出差了哦，谢谢谢谢，加油加油，拜拜。好，谢谢谢谢，拜拜拜拜。哇，好酷哦！辉文找到同伴的感觉。对、啊。哎、欸，对对对、欸，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哦、他就跟我们分享一个讯息，嗯，就是日本现在有养乐多之乱。对啊，他们出了一款 Y 一千，就是说有1000万个益生菌，是不是？1000亿吧？1000亿个益生菌 ，Y 一千，嗯。然后呢？因为为什么爆红呢？对，因为就他有一个主播还是什么艺人，在网络上说，哎、嗯，在节目上说，哦，他喝了之后很好睡什么的，嗯、然后就疯狂大卖。对，现在去很难找，你各大贩卖机就找不到那罐养乐多。益生菌怎么会很好睡？这两个关联是什么？他就帮助肠胃之后又很好睡，然后就疯狂抢购。好，真的，那一天就听说卖100多万瓶。哇、哦，一天哦。然后，对养乐多的股价因此上涨。飙涨，飙涨！这个业配做得很好。Y 一千 ，Y 一千，真的 ，Y 一千真的蛮、哦，真的有看到视网膜说买不到还是啊？对对，视网膜有去，他有发个限动，他就在找那个贩卖机买不到哦。哎、欸，然后是那个超商啊，还是那种超市，你看那个养乐多区一定会空一格，就是他一个、啊就是、Y 一千，然后那个标就是 Y 一千的。啊，哎、欸，嗯，那他、啊、对对，哎、啊，我们那时候也是找不到，然后他看我私讯说，哎、欸，他手头有认识，有认识的 Seven， 都中盘大盘是不是？没有，他说 Seven 会晚上会补货，所以他会去买来给我们。这样对，然后我们就那时候我记得是在2-3点，我们在逛超市，2-3点还在逛超市，然后突然就跑来了，因为我们有打卡在哪里，对，刚好他在附近、嗯，他就提了6罐过来，就来给你们喝，哇，超感人的，对，超感人的，然后你们一喝就断片的。没有，因为我们那个精神状态随时都可以断片。是喝酒还是喝养乐多啊？对，哦，有人分享说益生菌最顶的应该是哈哈 baby， 这没错，这没错，这没错，没错，没错。对对，谢谢你哦，谢谢你，谢谢你。靠杯，这个好靠杯哦。这个 Able Wang 说，因为我们标榜1000亿的益生菌，他说按、啊、你喝10瓶就有1000亿了，合理啦，合理啊，合理。合理啊，没有业配啊，没有业配啊、哦嗯、那个养乐多就是那一家养乐多，对啦，就是我们从小喝到大的正牌养乐多，就是那一家，不是亚当夏娃那个养乐多。
亚当夏娃怎么了？你是说放那便当上那亚当，我是说你说亚当那个亚当，不是不是正版养乐多。嗯，哎，啊，我们有开箱了，喝的有试喝，可以大家可以看看。对啊，我就看一回来就喝，然后喝他，哎靠杯，醒了已经星期六了，靠杯要直播了呢，我就昏睡两天呢。看他那个，他加安眠药吧。它是1000亿的安眠药剂量啊！你这样在讲的话，到时候人家又买不到。真的很好睡嘞！哦哦，好，真的、啊嗯。我跟你讲，蔡东汉就买，买你就要囤个一箱。啊、如果你老婆说今晚要弄，想要灌他，就赶快讲给他。来来，请你喝养乐多，一喝就啊，就睡了。不用弄了、啊，就不用弄了。原来如此，要囤。这个要囤啊、嗯哦、有人问台湾买得到吗？台湾买不到，台湾买不到。对、哦，所以去如果有大家如果接下来要去日本，然后必喝的就是这个啦、嗯、现在最红的 Y1000，但很难买，很难买、哦、啊！如果要碰碰运气，可以在那个两三点超商刚补货的时候，赶、哦、快去抢。啊，不，建议是回台湾的前一天喝，不然可能会睡睡，那个旅程都睡掉了。这样你去三天，结果饭店睡三天，那错在浪费啊！啊，那飞机上喝好。对啊。我上网查一下他那个新闻，就是有没有什么新闻之类的、嗯、然后有还有一人专门分享说哪里可能买得到，就有一篇文在讲这件事情、哦、可能买得到，对，还 Mobile One 吗？对， Mobile One 对， 有分享。有人问小朋友喝了会睡吗？试试看啊，就不能带回来，因为如果带回来我就试试看。养乐多常温会太久会坏掉，对，就没有那个1000亿会死掉、啊。但小朋友是可以喝的，哎、欸，就是养乐，他就是养乐多啦，然后、啊、把小朋友带去了，这样嘛，带去然后睡着，把他丢在饭店，我们去逛。对对对，你的气象给他喝1000亿，哎、欸，也不错啊。对啊。哎、欸，就不会那么给我吵啊？怎样？你把他留在台湾就好了。不是啊，我们就推婴儿车出去啊。然后就他就一直睡，一直睡。啊、来贵，不是很爱多多来喝。刚刚那位朋友说会冷藏寄过来，对对 对, 對，然后再给他喝。我们再拍一个做实验、啊。对对对，蔡老贵蔡棒了，喝了昏睡几天。什么东西？有没有？哦，有人说很像当年的雷神巧克力之乱。哦，那個、那时候也很乱、哦。雷神巧克力之乱是外国人造成的，台湾人造成的。对，然后但他那个养乐多之乱是日本人自己造成的，日本人爱失眠。对啊，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喝了有效啦。对对对、嗯。但我们那一天喝，因为本来就已经很累，所以已经都很好睡，对，所以没有感受出那个差别。哦，是没有感到1000亿个的差别。对。嗯哦、有人说这个养乐多上机可以请空姐帮忙冰就可以带回台湾、哦啊、不行啊，你液体不能带上飞机 啊对耶，液体要托运 啊, 是啊，你要放到行李箱里面，不然就保冰袋、嗯、你就有那个保冰袋然后包起来、欸、哦，包起来有这么、欸、就像 有人带那个泡芙回来一样，对对对啊对啊对 啊,、嗯、對啊，开放团购啦。哎、王冠伦问说这个阿嘎什么时候要日本的员工旅行这样，嗯，现在有点困难，因为现在太拥挤了，不是太拥挤，太贵了。对，我们人太多。哦，现在我们算一算，快30个人哎、欸，好可怕，10个、20个、30个，哇哦！对，我们本来啦，本来预计是11月就要去了，对，员工旅行是的。哦，但因为那时候的机票哦，大概2万上下。嗯、哦，啊，你加团费，因为我们现在算一算，两个公司加起来是30几个人。哇哦，哇哦，大公司。然后出去一定是要包团，不可能自由行啊！对啊，对啊，一定要包游览车。你要吃个牛洞，然后30人跑进去，那怎么吃？我跟你讲，那间店立刻被废掉。我吃个牛舌，居酒屋进去啊，すいません啊，30人です。啊，什么三三零啊，30人怎么吃？而且日本很多店都只有3个5个位置，对对对对 对, 對啊，所以通常是要跟团去啊。然后那时候问一下旅行社，是要大概5万块一个人，嗯，所以这个如果30个人，然后加券加一加，可能到40个人哦，好可怕哦，40×5万等于是200万的时候，对，先等平价一点，等它价格下来，有点硬，有点硬哦，对，有点硬的。而且旅行社跟我们说，现在去的话，如果、是要去比较二线的城市，嗯，就比如说不是东京、大阪，你要去熊本、九州，还是你要去东北青森、北海道，会比较无聊。因为他店没复苏的那么快，东京大阪是复苏比较快一点，对耶，啊，他们会觉得，哎，你去那边啊，结果要买的店可能倒了2/3都没开，嗯，还是说那个有的店很早就打烊，啊，你要买东西又没有很多可以买，就有点扫兴，嗯，对，他是建议我们说明年再去就好，嗯，哎，所以不急啦，不急，你看东京都倒了至少2成的店没开嘛，其他应该更惨，比较二线城市就会倒更多，嗯。
啊，有人说这个那可以先去这个别的以外的国家，会啊，哦、会，我们会去，我们会去，会的，因为太久没员工旅游了，所以我们会去。对对，我们预计12月会远旅啦，嗯，啊、哦，12月就会去啦，十二月，期待，预计12月、10月啊、哦，应该是确定12月会去的，是的。OK，OK， 好了，今天差不多了啦，差不多了，已经9:47了。我要回去顾小孩了，哎、小孩子要顾小孩，要顾小孩啦。对。哎、欸，有那个敏敏说不要看不起我们乡下地方，没有看不起，我们很想去，我们很想去啊。我们请旅行社帮我们规划是去九州，我们没有要去东京。哦，对对对 对， 对，但他也建议不要。哎、欸，九州好像比较无聊一点。哎、欸，对。哎呦，这个 Jennifer 就是在台，这是。他说他是在日本的研究生啊，生他说、欸、下次去买 Y1000 啊，谢谢消息，很好睡了，真的很好睡了、嗯、然后呢，今天如果还有在台日本、哦、在这个旅游的，还是那个留学工作的哈，赶快哈、哦，那个 Remova 很便宜，赶快去买。你不要再造成人家的困扰。对啊，人家日本人都买不到、欸。啊，你物件做就要强买啊，不是不是，你就是在卖，我们赶快帮你消一消，不是很好吗？對對對對也是啦，我刚刚才买了一个。对啊，刚才那个我们哎、欸，那个厂商，我们做衣服厂商老温，刚才又抖那，他现在正在日本，然后我说哎、欸，拜托你去帮我看一下。还要拜托人家，你被刚才又下手外又买一个、欸欸，马上又下手了买了一個。没有，因为你知道差别在，我们就回来的时候，一手推着旧的，一手推着新的、嗯，就觉得哇，该换了，该换了，啊，那个感觉。哎、欸，不是，因为我们那个起码飞了40次以上了，有哦，我们现在现在那一个起码飞了40次以上了，哦、嗯，对啊。哎呦，有人说对哦，现在如果日本工作不能免税，对啦、okay. 对、哦、如果要去日本的朋友、嗯哦、赶快，还是你有亲戚朋友要去，赶快托他买一个，对啦、嗯、没错，你就跟他说哎、欸，你就带个行李带去就好了，用我的行李箱装回来，对，你就带个行李带去，然后去那边托两三个回来，都划算，都划算。卡了是不是？卡了好啦，差不多了啦，快结束了又卡了、哦、OK 啦、嗯、好，今天非常谢谢大家的收看啦、哦、差不多了，要谢谢两位的分享，让我们更想买机票咯、啊、没问题，赶、哦、快现在趁便宜啦，早去早买早享受 啦， 享受啦、哦啊、我们这个日本的系列影片会在下一个礼拜开始陆陆续续、哦、十支就会一口气把它上架、啊、看完以后想去就去啦，好不好、哦、看我们讲程序就去、哦、OK， 我们今天造谣大会就到这边啦，大家晚安，可能是下礼拜天见。好，因为下礼拜六是走中奖，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